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会，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的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6年3月1日上午9:01至12:21，下午20:33至4:16，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曾委员、明宗等14人，列席委员林委员、常佐等40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姚召集委员文字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奖励条例草案案。本次会议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报告，委员曾明宗等22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及所属等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陈超明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本案举行公听会后，另定期继续审查。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错误跟遗漏？啊，没有哈，我们就确定。好，我们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邀请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益周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中央选委会主任委员刘益周，刘主委。中央选委会副秘书长于明贤，于副秘书长。综合规划处庄国祥处长，庄处长。选务处高美丽处长，高处长。法政处赖锦光处长，是光还是光哈？赖处长哈。秘书处蔡颖泽，蔡主任。人事室徐秋菊，徐主任。主计室黄雪英，黄主任。政风室陈明矿，陈主任。好，就介绍到这里。好，我们现在请刘主委来报告，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各部委的同仁，还有本会的同仁，大家早啊。这次的会期，那今天的这个委员会呢，中选会应要来向各位内政委员会报告我们这个业务状况哈。那我想书面报告的部分请，请各位委员这酌参啊。那我口头上比较扼要的把书面的这个内容啊，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报告啊。那最近期的这个中选会的一个工作，主要的第一项目是办理立法委员、直辖市县议员选举区的检讨变更作业。关于立法委员的选举区的这个检讨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每十年依照那个选罢法的35条的一个规定，每十年检讨一次。那现在刚好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利用那个11月30号的户籍统计人口为准来进行那个每一个县市的那个应选名额的那个重新的那个分配啊，这是主要的一个工作。那在今年年初的那个预算审查的时候，那在我们归院的那个审查的总决议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决议，要求我们对各县市各直辖市县市立法委员这个名额分配的这个计算方式啊，希望能够做一些检讨，然后呢把那个入法的这个建议的条文呢，跟书面报告向内政委员会提出来的一个报告，这个我们会在限期内提出来。第二项是关于那个直辖市跟县市议员选举区的这个检讨这个变更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也已经要求那个各选委会呢进行那个检讨，那目前我也陆陆续续有一些那个已经报回来的啊，那报回来通常都是比较单纯的啦，例如说他的选区只有两个、三
三个，那通常他们也维持不变。那其他呢，因为有人口的变动啦，行政区的变动啦，这些因素呢，可能他们还要继续征询那个地方各界的这个意见啦。那有一些排定在三月份呢办理这个公听会，他们会在五月底以前把他们的这个意见呢报过来哈。那第二个大项是办理这个直辖市县市议员的个递补作业啊，那这个递补作业是因应那个法院对当选人的那个各种当选无效或者是被褫夺公权的这个情形呢，进行这个递补。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已经递补这个本届的直辖市议员有8人，县市议员22人。那这个我们也列表在这个附表一啊，附表二，我想请各位委员酌参。第三项是办理这个选举的这个赠送。那关于选举的这赠送呢，那最近的这个期间呢，跟以前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啦，就件数差不多。那行政诉讼的这个案件有34件啊，现在还有10件还在审议当中。那行政诉讼的案件呢，有4件，那其中有2件驳回，那另外2件还在审理当中。另外第四大项是执行政党的这个连坐的这个裁罚。那这个连坐裁罚依照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啊，我们都是把它公告在我们这个网页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了哈，包括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裁罚，然后连坐啊，那连坐处罚的这个政党这个分别被处罚的这个金额件数呢，分别列在第五页的这2个表哈。第五个是办理选务工作人员的这个讲习。那我这是我们常年的这个业务啦，因为我们在最基层的这个选务工作人员呢，它的流动比较大啊。那我们一定会在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去分批调训这些大部分是新进的这个选务工作人员，包括这个乡镇公所的那个同仁啦啊，还有那个村里干事啊，那其中也有一些我们各县市选委会的这个同仁啊，这是办理这个选务工作人员的讲习。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自己也自己办理这个本会跟所属同仁呢，这主要是关于这个资讯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薪资啦哈。那我想未来在资讯这一方面的这个需求一定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预做准备啊。第六个是办理选举资料的一个开放资料啊，这个是配合那个我们行政院的整个这个资料开放的这个政策啊来办理。那中选会在过去的这将近2年间呢，把过去的这个选举的资料呢做一个这个整理，然后依照这个 open data 的这个要求呢，把它的一个数位化的层级提高啊。那现在已经做到大部分已经完成的地步，那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已经完成的资料在附表3啊，请各位酌参啊。第七大项是办理选务的相关的研究啊。那几个大的研究呢，主要是第一个是那个选举人性别投票的这个研究啦，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就是去年的那个总统选举之前呢，那在这里也有委员问到说，那我们那个投票人口的那个成分大概是怎么样哈？那这个我们那时候已经有承诺过说，因为投票人的选举的名册呢，一定要到选后6个月以后，我们才可以才去开来看啊。那这个我们根据那个东西来做一个统计，那这个统计的结果写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也放在我们的网页上啊。那第二个大的研究计划是关于高龄化社会的选举投票服务措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委托研究的一个案子哈。那这个案子我们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政府其实过去这几年来也一直在强调说台湾的这个社会在老化当中啊，那各方面的这个施政要在对这一方面呢做一些因应，我们想那个选举的这个投票这一方面呢也应该也是未来要替高龄化的这个选民人口呢做一些这个预备的哈。另外这个本会内部呢也要求这个本所属的这个人员去提出来他们自己的这个自行的研究啊，这方面是我们历年都在做的啊。
第八大项是办理规划新移民选举人投票权益座谈会及选务的这个宣导。我们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间呢，把重点放在这个身心障碍团体的这个跟他们的这个接触沟通呢，从他们这边学习这个怎么样服务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选民哈。那在这方面大概已经有一些这个我们相信应该是可以稳定执行的这个做法啦。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重点移到这个新移民这个部分。那新移民这个部分，我们初步呢已经用六种不同的其他国家的语言先印了一些文宣的这个资料让他们了解我们整个这个选举制度跟投票的这个各种方法哈。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跟相关的新移民团体呢，再跟他们那个对话跟请教哈。第九大项是参加那个国际选举组织的活动哈。那我们用正式的国民参与的这个国际组织呢，有亚洲选举官署协会跟世界选举机关那个协会这两个组织哈。那这两个组织在今年都会开年会哈。那这个月的月底就会有这个 AAEA 在菲律宾的那个年会，那我们也打算比较积极的，希望能够去争取到这个 AEA 的执行委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另外一个就是 AWeb 的这个部分那会在罗马尼亚召开。那在罗马尼亚召开这个会呢，我们讲实在话，我们还不是那么有把握说他们会不会给我们签证，因为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那个有一些不同的措施的这个例子在所都有哈。但是我们希望因为我们是正式会员，而且是发起国会员希望可以顺利成型了。那在这方我们希望能够比较积极的去参与这个其他国家的跟其他国家的这个互动。那关于这个选举的这个部分，选务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积极的研议改进那个相关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办理选举的这一年呢，我们重点是在积极加强化我们这个选务人员的这个专业能力。那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会期的这个关于中选会业务的这个近期的这个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刘主委。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询答。首先请曾明忠委员。时间呢？时间8+2啊，照惯例的，谢谢。谢谢主席，麻烦请刘主委。请刘主委。各位好。诸位好，谢谢因为首先跟你讨教，你这个书面报告第一页里面提到了有关立法委员选区的检讨变更。对。它主要的时程大约什么时候会确定？关于我们的检讨应该是在因为在预算审查的时候说在3个月内嘛，那我们很快就会。不是，你讲的是那个相关的提法案，那就是这个检讨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划分的那个对提升了。那是我们用今年的11月底的人口做依据哈，那我们会试算。那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呢，我们会提出来我们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报告。OK， 也就是以今年的11月底的户籍的统计人口作为依据。对。那现在有没有进行相关的试算？我们有试算，在那个上个会期的时候，我们用去年8月底的的人口来试算了哈。那时候试算，那我们也有没有最新的？最新的我们还没有，因为2月底刚过嘛哈。那我们最新的我们会再用2月底再试算一次。那假设用去年底的人口统计人口试算的结果。现在初步试算结果是怎么样？我讲的是8月的。好，就用八月底的。因为这段8月到现在，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 主要的是有一些县市有一些变化，就是高雄市可能会少一个名额啦，对，然后另外一个屏东县会少一个名额，所以是高雄跟屏东东对各少一席，那就是高雄从九席变成八席，屏东由三席变为两席，减为两席，那增会增加在哪里？台南市会增加一席，然后另外一个是新竹县。OK， 所以等于讲就是台南市会从五席增加到六席。那新竹县会从一席变两席，对，所以虽然到要依照今年十一月底的人口统计，但基本上不会太大变化。这个我不敢说，但是你一般说起来人口的变化不会很大了，不很大。所以简单讲，这样的增减是基本上是确定的哦。还没确定啊，当然，11月底啦，对啦，大部分的，您刚刚讲的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对啦，所以不会有太大，基本上大方向确定，大方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啦。OK， 好，另外就是第二页里边提到上一次的有关去年审查总预算的时候啦，有做成决议，就是要针对直辖市、县市立法委名额的计算方式，要三个月要提出检讨报告跟法律的修正。那现在初步检讨的初步意见是什么？因为时间很快就到了。对对对，这个我们回头去看那个，因为当初这个委员提出来这个意见的时候，主要的是在着眼在说，现在这种划分的方式，我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并没有定在法律里面。那建议我们把它定在法律里面。在这样过程里面去检讨说，那这个原则是不是在所有可能的原则里面算是最合理的？那我们也回头去看看过去曾经用过的这个原则了啊。那过去的这个原则是在立法委员的第七届以前，就是65432哈，这几届啊，在选的时候，他的这个县市的名额的划分呢、基本上是根据那个复数选区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去做了。那因为第七届是第一次单一选区。来划分，所以那时候在选委会呢，中选会呢，就的那个委员会呢，曾经有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还是由委员成立的、这个专案小组去说要去做这个整个这个划分的工作。那最初的时候就先提出来那个划分的一个原则，认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原则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原则没问题，原则我们认为是没问题。定到法律里边，对，定到法律里边，我们要斟酌那个文字要怎么定比较周全。OK， 所以什么时候法案可以送出来？我们在提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希望就能够把那个法律的建议文字就提出来。OK， 好。另外啊，请教主委，您觉得尤其在报告里面第五页里面提到了这些被起诉或者相关的。被追诉的这些个案里边，贿选案件呢、你这个表意里边有高达42件是有关贿选的部分。对，主委，你认为台湾地区的选风好不好？我认为那个这个是永远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啦。对，没有错，永远会存在。在比较基层的部分，真的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差的。比较基层的，但是啊，你也不可以这样讲，认为说永远会存在。但是啊，您认为它是朝比较好的方向在改变，或者是在恶化当中？我们回头看历年的那个处理这个案件的情形是有在改善的啊，因为我们是就是说这个也当中制度上去着手啦。以前那个很多这个贿选案，因为都说这个不是候选人当时就是去主使的、所以不是候选人自己在买票，所以通常候选人就可以
脱身。那现在在制度上已经就是说，只要是候选人相关的干部涉及贿选的话，那都可以提起这个当选无效，所以这个是个有效的贺主的这个制度啦。所以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的话，现在在这方面的那个是有改善，比起以前。但是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明显的、哦、那你有没有想出更好或者更强的措施，能够遏阻这种贿选的这种歪风？你有没有除了你刚刚讲的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措施？我相信宣导或者都市化都是都市化，当然不是您的主要的业务，但是很多的教育，我相信会改善这种情况。宣导这个部分是我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做，我们只要有机会的时候，都会把这个讯息弄出去啊，就是不要买票，不要卖票这种这种讯息呢，其实是经常性的在进行啊。那在这一方面呢，我相信这个法务部做的也相当多。好，另外啊，有关通讯投票，这个当然是内政部在做规划，哦，主管机关在内政部。那您对通讯投票的看法，从选务机关的立场，你觉得它可不可行？你赞不赞成？在国内的部分，如果进行这样的一个通讯投票啊，当然是技术上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那个问题啦，哈。那这个涉及整个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那个制度的那个规划，那我个人有参与过那个过去关于这方面的那个研究计划啊。我的理解是，我们的社会大众对各种不同的不在籍投票啊，或者是叫做缺席投票，这些设计里面呢、啊，最不信任的就是通讯投票了、啊。因为通讯投票，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它的那个，就说就是。所以保守这个投票人的秘密这部分呢，比较难做到。但技术上还是可以做一些那个设计去处理啦，那这些处理呢，在我们的初步的想法里面呢，可能都要有一些定点，让投票人去交付他的那个选票，或在那个地方当地圈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才有可能让通讯投票做到这个保守选举人的那个投票秘密的。现在比如像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有通信投票的情况，尤其是大选。那你认为台湾是不是如同您刚才讲还没有这个条件，是不是你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们 要整个社会大众那个信任这个制度那如果说社会大众接受这样的做法的话，我想是可以做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我刚刚有报告说，我们在做那个高龄化社会的一个选民的服务里面啊，我想我们会把这些构想啊都一起纳入考量。好，另外最后请教主委，未来的一年呢、啊？未来一年里面，我们选委会主要的施政重点，假设选出三项，您认为是哪三项最重要？我觉得第一项最重要还是这个我们本会跟那个所属选务人员的这个基本能力的这个提升，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资讯这一方面的这个认识知识还有能力啊，我想这个都是未来需要的。那我不可否认的这一方面呢，其实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加强的那个空间啊。那第二个当然是准备这个选区划分这个工作把它做好了。那选区划分这个工作就重化这个工作，因为县市这个部分呢相对单纯，那就是县市议员这个部分呢相对单纯，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列作重点。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组织的调整啊，我们组织内部呢，我们想希望能够把那个组织调整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具有对选务人员选务工作的一个熟悉，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每一个位置上去发挥他的战力啊，这是我们的三个重要的工作。OK，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好，出席各位，然后请刘主委哈。请刘主委。主委长哈。赖委员好。好，主委长。所以先请教一下，我想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个立委的这个选区划分，这个包括他那个名额分配的问题了哈。这个部分，我想因为看到主委也有提到了哈，在第二页的报告里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其实有
决议的哈，就是这个立委的分配的计算方式哈，中央选委会现行采用的方式恐有违反宪法依人口比例规定之余，而且缺乏法律授权的依据了哈，所以要求三个月内做一个检讨。不知道主委对这个部分也经过一个多月了哈，主委对这一块有没有内部有没有做过一些讨论？有，我们回头去检讨哈，这基本上我们看过去的定这个的过程哈，并没有太大的争议。那委员会提出来，这是经过委员会有定一个那个就是划分的那个原则啦。那这个原则也分到各地方去征求大家的那个意见，当时并没有没有任何的个异议啦哈，就是不同的意见。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回头去看那个宪法这个条文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跟宪法这个条文的本身并没有违背啦。现在的这个划分的这个原则啊，并没有违背啊。主委，我想提那个哈，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有其他委员也提过了啊，其实是在内部的时候的这个计算方式的时候是有一些些的差异的啦哈。对。然后，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过去其实在第二届、第三届，甚至第四、第五、第六届的时候，其实都采用了我们所谓的汉密尔顿的一个计算方式了哈，但是到了第七届的时候，我们采用了现在这个中选会自己定出来的一个方式哈。那主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转换？那个汉密尔顿法哈，我想那个也就是我在那个之前呢，其实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哈，我也听过在这方面的一个意见哈。那汉密尔顿法在美国呢是最开国初期用的，后来他们也更改了有几次啦。那现在在用的是2010年定的一个办法，不过基本上2010年跟那个二次大战以后的那个办法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了哈。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希望每一个席次最后分配到的每一个席次啊，所代表的人口数呢，尽量平均，尽量平均。那在我们那个第六届以后呢，就是说第七届开始的时候，中选会当初提出来第一个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的那个，我是没有看到，从那个我回头去看那个档案看记录里面，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那个叙述了啊。但是我看到那个内部签的时候，那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原则呢，就是现在这个部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哈。那基本上我们回头去检讨这样的一个原则，觉得这个原则比旧的呢，可以让分配了以后每一个席次背后代表的人口数是比较平均的啊。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来看那个这个下一页了哈。其实如果以这个原先的部分，其实这原先也是这个中选会采行的方案了哈。那后来当然有变更了，但是我必须讲说，以这样的现行方式的话，反倒是原来的那样方式反而比较符合原先的，不管是我们宪法的，或者是在这个中选会的一个规定里面，因为它等于是采用中选会新的版本，反而是扣除了两次的一个，就是他把原来分配过的部分那个比如说保障的最低的每个县市基本的那六个部分扣除掉。我觉得那样的计算方式反而不见得是一个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动？那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当初的那个逻辑我们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讨论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回头一想，说这样为什么要把那几个扣掉啊？主要是那几个呢，其实都是小的县市啊，然后外岛。那这些呢，它的人口数非常少。这个扣掉，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只是说扣掉最后的时候，你要再去计算它的后余数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就原先一套运行的制度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争议，而且也符合那规定哈。那但是你现在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整个2008年之后开始变动了以后，反倒了造成了一些争议。你看这两个版本，其实在光不同的这个法律的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原先的版本还比较更符合法律授权的规定哦。那反倒因为中选会内部的这个计算的方式不同而已，反正要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异。那我们来看，其实光南部的部分哈，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其实重北轻南，这已经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了哈。人口大多数的部分往北部来集中来移动了哈。那你看以这样的结果的话，像屏东，像高雄都还有可能再减少它的这个
席次的那个部分。之前有很多委员也提到了，其实在我们的选罢法的第37条规定，选区的整个部分应该要斟酌行政区域、人口分布、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历史渊源，来依他的名额来划分。但这个不完完全全定到跟名额上面有完完全全的扣连啊。但我觉得那样的精神在于，其实是在考量到整个选区这个名额划分的时候，其实必须要整个横平来思考。那我的意思是说，在原先的那样的计算方式，其实也是合乎宪法，也是合乎整个这个选罢法的规定的部分。那为什么中选会要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变更的方式，而现在才要再去做修法去补这个规定，反倒把这个补起来？而这样的修改过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反而更符合对于那个？这恐怕不见得，而且反而可能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因为被剪掉的，你说像高雄九席、八席，哦，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屏东原来只有三个代表而已，哈，他现在降为两个代表，哈，这个恶性循环了，哈。你在中央的代表的人数越少的时候，你再能够争取地方当上的很多的权益的那个比例跟声音就会降低。那不断的一直往北部来集中，往人口越多的集中，他将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的时候，让全部国家的资源一直往北部集中，我认为这个对整个台湾的整体发展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在整个这些的划分的过程中的时候，其实要思考整个国家的整体思考。那制度上如果没有特殊的重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中选会要改变过去的做法，然后而且不见得你现在还要因为这样改变，你还要再去修法，修法还不见得立法院会支持通过。所以我说不知道主委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再整个重新再思考一下。办法委员啊，因为那个现在执行的现在在用的这个原则啊，其实已经用了七八九三届了啦，哦，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当初定的时候也是经过委员会这个仔细的这个思考啦，哦，我想我讲过，就是说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的争议是什么，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档案里面，我是回头去看细的档案，并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一个记录啦，哦，那当时有一些这个学术研讨会的资料，怎么样进到这个就是中选会来，这个过程我真的现在是看不到了啊，看不到。那我们现在去检讨这个原现在这样的适用的一个原则啊，认为它的最大的一个跟原来的不同，就是说它最后的结果让每一个委员背后代表的人口数啊，就是说背离那个所谓的票票等值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是最小的，是最小的。我想向委员报告，就是说，像美国现在在用的方式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计算的方式，他们认为那个是最合理的哈，啊。但是我相信那个方法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太容易被理解，所以我们没有去考虑。那以现在这个简单的这个方式来讲呢，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那个背离那个票票等值的原则到底有多少，啊，那这方面的计算，我想我最后可以向好，所以我还希望能够这个啦，因为有三个月的时间哈，去做检讨，我还希望真的确实的去检讨了哈，不要因为内部，那我也希望还是要整个横平考量整个台湾的各种的一些状况，包括对于整个变动下所谓产生的对中南部的一些影响上的一些差异了哈。我希望这个整体性，我还希望能够慎重的去评估哈。那再剩一点时间，我还想请教一下哈，之前。其实很多人有提到关心到公费这个竞选的这件事情了，不知道主委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有一点那个定义上的这个问题啦，因为公费到底要多少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竞选活动啊，相当程度是由公家的这个经费在补助其中的也一部分的活动的啊，所以要讲我们的选举是部分公费，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啦。那完全公费，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啦。那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政治现金法嘛，那我不晓得这个政治现金法的这个制度可以容许让大家弹性大到说，就是可以完全依赖那个政治现金。对，因为时间有限了，我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更多年轻人哈，优秀年轻人，如果他没有背景的，希望能够参与到政治的话，我还是希望在这一块中学会能有一些思考了哈，但不全然是中学，我希望能够未来是有一些思考，让这些更多优秀的年轻人他进入到政治工作，他是有更多的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政府在制度上应该做一些的
一些规划的。我想，要不然以现行的状况下的话，有支援者，其实他会更容易去从事竞选的工作。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政府有一些魄力跟决心去做的话，对年轻的优秀人才，他愿意进到政治或成为民意代表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朝那个啦，就是提供比较弹性、然后方便的服务这一方面。所以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有一些思考或者一些规划的资料，再给我参考好吗？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哎，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主席，我们请主委。好，请刘主委。张委好。主委，我刚刚听到您在跟曾委员讲的说，你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了哈，就是啊，我们的选务的方面，要让我们所有的选务人员的基本能力加强。好，那我不知道主委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我们是这样，我们像因为选委会在特别是地方啊，过去有长时间，其实有不少选务人员在同一个位置上做蛮久了啊，那做蛮久，他就是做单一的工作，那我们希望能够轮调，轮调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哈、啊。那第二个，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幕僚，就是后勤的这个部分的那个行政部门的这个人，他也可以进来了解这个选务，所以我们把那个希望能够把那个地方选委会的这个行政这个部分呢、啊，幕僚这个部分呢、啊，打散来参与这个所有的一个选务的工作。那我们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各种选务工作，然后另外呢，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找机会去参与这个各种不同的讲习，来提升他们在选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讲习每年都有办啦，我不知道哈、啊哦，这个主委是在地方真正办选举的时候啊，哦，你有没有亲自去参与过？有啊，我想我知道这个。你印刷厂有去过吗？印刷厂去过啊，去过。去过是去看一下，还是有在那边看从头到尾？有，我们有看到他的那个印的那个过程，然后我去过印刷厂，去过不少地方，而且我真的在那个地方看他们怎么一个印刷用。哇，您刚刚讲的当然是一个理想了、但是哈、哦，选务的工作哈、哦，其实哈、哦，有的蛮多的部分了哈、哦其实有它的谨慎度在了。我了解、哦，这个不容许一点出差错了、哦。我了解，我也办过村里长的选举，我也办过议员的选举，办过很多了啦。你有这个的想法，我认为我是支持。可是我要提醒，就是说，其实选务的方面啊，有很多，哦、是啊，你在这样子在坐在办公室上，坐在什么，你的理想性很高，但是你没有看到选务人员工作的辛苦的一部分。我完全了解、哦。而且这个选举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我只是在这边、哦、啊，特别跟哦主委你交换一下意见。是、哦、是。另外，刚刚我听了啊。前面的委员、啊、大家都有关心啦、啊、这个、哦、选区的问题啦。我觉得啦，中选会啊是一个办选举，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是不是？对。好，那当然你们有很多的方式，很多的计算方式，那当然可以大家去讨论。不过现在啊，选区的划分，当然刚刚啊大家都有讲，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哦。它的划分有很多的标准哈、哦，人口不是唯一的。其实啊。再像我们以新北市为例啦，经过了10年的变化，人口的成长，好、哦、的啊，人口的整个变化，然后呢，地理环境、它的交通、它的什么，我觉得啦，如果啦要再重新来思考、再规划这个选区，你必须把交通，好、哦、把地缘什么的把它放进去，我觉得这才是。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重点，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是啊，我了解这个委员的意思，我完全同意啊。那我想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是在那个第二部分，就是名额划分完以后，在每一个行政区里面怎样去划分选区这个问题呢？可能要考虑到的因素蛮多的哈。那这些因素，我想除了法律上有列的之外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尽量尊重那个地方各方面的这个
意见啊，交通这个当然 也会列入考量啦。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过去传统的啦，我要画这个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这个西南西北？因为它在历史上、经济上、交通上，它可能都是两块比较有区分的这个地方。这一类的，我想在划分的过程内都会被考虑到。现行啦齁，你刚主委刚才讲到西南西北，我们不就个案齁，但是我们现在的新北市哎、就是有啊齁，有跨这样。我是觉得啦，人口之外我刚说的那一些齁，你必须可能我们要考量的，把它考量进去。那你说尊重地方，我不知道是尊重什么地方啦、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会去听意见啦。听意见是一件事哦，你尊重地方，如果尊重政治力的介入，我就非常不认同。我了解，了解。你像很多以前的国家，你看，我也相信，朱文你也听过揭露那个穷源的那个理论嘛？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不应该再这样子。我不知道朱文你的看法。对，我这个我完全同意啦。这个因为我自己研究选举啦，我如果回头去看我们自己那个选区的形状来讲的话，台湾的选区划分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形啦。如果跟其他国家那个您刚提到叫做 gerrymandering 这种现象去比的话，我想台湾的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台湾算是比较好啦，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政治力介入都会这样子啦，所以我要特别齁，因为这个又到选区划分的时间。对 对, 對，这个有可能、這個、我那我们会就是注意。请主委要注意啦。是。另外主委，我当然知道你齁研究选举，那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选举的时间、你认为现行的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样子的时间，你觉得如何？因为我们认为还应该是还可以啦，因为那个符合我们的那个习惯啦。那我们现在也就是说把它选在这个礼拜六嘛，一向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办理的话，在八点到四点这个时间应该还算是合理的。我们考虑这个时间也不是时间不是唯一的因素啦。大家对选举的结果的有一些期待的。不是，那另外，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延长到五点过？有。对对对，那是原来想的是说要希望能够提高那个投票率啊，但是其实没有啊。不，我跟你讲了，投票率的逐年下降，我们从总统大选从什么都可以看得出，而且这也是一个趋势啊。是。好、哦，你直接选举。越民主国家越久的国家，那投票率都不会太高了、哦。我不知道、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日本的投票时间是几点到几点？你知道吗？不同的县应该不同，他们的比我们长了，我知道。啊？比我们长了。那韩国呢？韩国也比我们长。每个国家都比我们长了、哦、新加坡呢？有看看，因为这些。我有看过，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比我们长的了。我问你这么多，不是要问你真正的时间了，但是你知道每个国家都比我们台湾长很多吧？啊，对，是不是？对，好、哦，你有资料了嘛？好，那我问你啊，好，英国的投票时间是几点到几点？英国应该很长的了，到晚上十点吧？对啊，你资料给你了，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好、哦。我直接讲，你看日本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韩国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新加坡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英国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从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欧洲、包括美洲，哈，我都点出来了。美国大概都是从早上六点或七点，然后到晚上大概七点或八点，因为美国五十州，它有的州是有点不一样。但它也是时间这么长，从整个欧洲、美洲、整个亚洲，每个国家的投票时间都比我们长，是为什么呢？我想我们那个现场开票这样的一个安排啦，还有另外就是希望能够及早知道那个投票的结果，这个社会期待啊，会变成这个样子啦。我想这个可以理解。那我想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
开 选票的时候有几种同时开的这个情形啊。我想也是一个原因。这是原因吗？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选务的这个复杂的状况会让这个不选务复杂，我刚一开始就讲了嘛。但是我现在投票时间的延长跟你选务的工作的复杂，你认为是有绝对的关联吗？是没有啦。对呀、啊，重点是这里呀、啊。所以我要提醒主委的就是，你也承认是没有。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再以几十年前的时候，或是我们台湾本来就这样子，大家很习惯了。生活环境、生活形态的改变。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的上班是三班制的吗？嗯，我了解，对不对？你了解吗？哈，那你用这个时间，你剥夺了很多上三班制人投票的他的权利，会不会造成这样？有这个可能啊。不是有这个可能，是百分之百，是百分之百。所以我认为啦，我们应该适度的延长我们台湾的投票时间，让更多他想要投票的人，他有机会去投票，而不是我们用这个时间，你完全剥夺了他投票的机会。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这个我们来研究好不好？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我不是要你说现在就要说几点到几点，我觉得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认为，哈，适度的延长投票时间符不符合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去投票，而不是我们政府就限制你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他根本要上班要做什么，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啊。是可以考虑啦，考虑啦，我想那个原则可以考虑啦，可以考虑啦哈。好，那谢谢。那最后啦，我用三十秒。像这次美国的大选，那么出现了很多啊，哈，哦，纷纷扰扰啊，甚至什么外国的介入啊，或什么，因为他们很多都电子投票嘛，哈。这个部分，我们中选会有没有去找资料去来研究过，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去了解过？美国的那个投票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要。做那个候选选民的登记，不是啊，我没有讲到这边了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啦。电子投票这个部分，不是对嘛？那电子投票它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嘛？那我们看到美国发生了，我如果是中选会，我如果是你是主委，我会请他们大家去把资料找清楚，我们来看看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问题。以后我们台湾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怎么做？ 我要提醒主委的就是这点而已。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去规划这个电子投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实际上也设计、啊、了一个机器出来。我知道啊，所以我才会特别问请教主委、啊。我们有在注意这些问题啦，有在注意这些问题。哦，我是觉得这个要先提醒你，这个要来随时在注意这些问题。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主委。郑委好。主委好。你的报告里面、啊、特别提到哈、啊，这个重点工作。就是选区的检讨变更了，但是根据这个选罢法35条，还有37条的规定嘛，所以这个立法委员的部分呢，是只针对直辖市的，还有县市的，立法委员的只有那个直辖市跟县市选出的议员嘛，是不是这样？对，其他的不涉及嘛。其他的不涉及，我想，郑委员的意思我了解了，就是说原住民的这个选区的部分，在因为它是宪法规定的这个条文，我们并没有去。对对对。如果从宪法的条文或者是这个选罢法35条，事实上它是第三款嘛，35条的第一项的第三款，它不是第一款。对。第三款的部分就是一个选区嘛，好，这个部分哈。我们谈直辖市或是县市议员的选区，也要做检讨，也是十年了嘛，对不对？啊，县市议员那个部分并没有规定十年呐、啊。哦，那就是直辖市议员还是立委？直辖市议员、县议员都在那一方面都没有规定，现在规定的只是在那个。所以那你们这个，因为你的报告里面哈、你的报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在第二页吧？对对对，这个是因为。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那个有可能有行政区的变更，有人口的变化，那这些会，所以是主动的，不是法定的，不是法律，他法律也就是要选举前一年要发布那个下一次的选区是怎么样，那因为人口的变动是经常会发生的啊，所以会去进行这样的那个调整。所以主要是人口的因素，人口跟行政区的可能有变动这样。好，那因为未来到后来都还是要送到这个选委会吧，中央选委会。对，所以中央选委会在你们在审查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委员去审查还是怎么样？委员审查，对，就是委员会审查，对。那涉及到原住民的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的选区的变更，那你们怎么去评断？那个就我想最基本的还是根据人口数啦，人口数不是问题啊。以新北市来讲，他在以目前的人口数就是这样，那他到底要不要划分为现在是一个选区啊？他有平地原住民来讲，他有三席平地原住民，以新北市来讲，桃园也是一样，桃园可能还会增加。桃园可能还会增加，按照他人口数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增加或是不增加，那如果地方提出来是要划分成三个选区，那到底是哪几个乡镇市为选区，有一个选举区，这个就会有一些考量啊。对，那这个我了解。你中选会的，你又不了解原住民，你们又没有原住民的中选会的委员，那你们怎么去考量这个？我们会请地方选委会去把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完全了解。地方选委会也没有啊，他也没有原住民的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呢、啊。通常他们会就是没有嘛？对啦，我知道我没有。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我们一再的希望哈、啊，这个要有原住民的委员呢、啊，是有它的必要。事实上很多很复杂的。你也了解到嘛，很多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提的议题你都还没有解决的也有嘛，地方也没有解决的也有嘛。那个我对不对，就是委员提到那个选委会的委员这个部分啊，因为委员的那个提名，像我们中选会委员，我这个郑委员您提过好几次了啊，中选会委员因为他提名权在院长、啊、我知道，但是你可以，你的组织法可不可以定，可以定了、啊、不是不能定了、啊哦、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看，就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心呢、啊？有没有心啊、哦？好不好？那接下来哈、哦，这个谈到这个不在籍投票，我们也争取了很久，到现在仍然是遥遥无期了哈、哦。不在籍投票对于原住民族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主委特别提到哈、啊，不在籍投票，不论是通讯投票啊，或者是移转投票，就原住民族的部分了，都不，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尤其是通讯投票嘛，啊，通讯投票还不就没有那么的复杂啊，那移转投票就还要办一些户籍的那个啊办理什么之类的，也不是很复杂，技术上也都没有问题，那到底问题在哪里？你在中选会这么多年，你认为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想那个郑委员请了解这个，我就是中选会在这方面执行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技术上是不会有困难的啦。那这个涉及到整个那个所谓的不在籍投票制度的那个建立啦，那这个东西又涉及所谓的选证的话就变成就选证要中立啊，怎么会选证中立？而且选政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宪法给予人民的投票权，怎么样让人民有完整而且能够充分的去行使他的投票权嘛？对，从一个台北市，在台北市工作的人，或者在台北市念书的大学生，他要回到蓝屿投票，你看他要花多少时间，他要花多少的钱，他来得及吗？来不及嘛，礼拜五还上班嘛，还上课嘛，
他要到蓝屿投票，礼拜六他怎么来得及？来不及啊！到大武乡，台东的大武乡、达仁乡、台东的成功镇、长滨乡，都一样来不及啊！他下班下课之后去，来不及。这个就是你没有给予，从选镇来讲，从你中选会的来讲，就是你要给他完整的投票权了。我同意郑委员讲的啦。那我想刚刚还没讲完的，就是说选镇这个部分，因为不在中选会啦。我们其实争取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够把那个选罢法的主管权移到中选会来，但是都没有成功了。我这个就涉及那个整个那个不在籍制度的那个设计。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我的质询，然后询问给内政部说，确实从选务工作来看，从实际的层面来看，从选务来看是毫无技术的问题，然后从这个实际的这个选举人的一个投票的权益来看，是应该要做的，你可不可以询问给内政部？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事啊，这个，就是说以前没有做啦，但是就在这会议当中表达这种意见，我们是表达。不要用会议啊，用正式的公文表示这个的一个重视嘛，好不好？好。另外就是说刚才提到哈，这个因为不在籍投票一直没有办法达成，然后怎么样去补足这些投票的完整的投票权？也必须去思考。过去也有我们的这个立委，像上一届都提到哈，甚至这个整个党团都这样提的哈，就是说有关这个车票的补助、飞机票的补助，不是没有人提，不是我第一个啊，我是第一次提了啊。过去有我们的委员呢 说不定我们招委主席说不定也提过哈，这个你到蓝屿，你看要花多少钱？对不对？你不让他不在籍投票，你又不让他这个移转投票或者是通讯投票，这是一个是补助车票的问题。第二个，你可不可以提前放假呢？星期五就放假，这样他才有办法到达嘛。诸位，你的意见如何？那些补助那个部分，我觉得事实上真的是会有困难了，啊，我的理解啊，钱不是问题的，我想一定是钱是最能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没有钱嘛，问题是没有钱。我想那个补助那个部分，我觉得你就按照立法院的决当初有决议呢，那个没有制度还没有，有了，当初你们有提案了。那个从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那个制度的设计这个角度上，我想我们是可以去思考啦。这方面我们跟内政部来建议。这个缓不济急了，这个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不在籍投票，如果说大家有决心去实行的话，那试做。如果还没有达成的时候，是不是配套措施就是提早放假，星期五下午就放假？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吗？不，你要建议 啊，你要从实务面，然后从这个宪法保障人民的投票权的一个作为一个最好的理由，我们来编列预算。好，我们来思考这个。建议当放假是内政部的事情嘛，对不对？对对。所以这个两个部，第一个编列预算是你的事情呢，第二个。你编列预算，你主计总处行政院不给你，那是行政院的事情了，你总是要做 啊，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放假可以了，要钱没有。好，来，接下来请林立产委员。我没有提这种案的，我怎么可能提这种案？来，请。我有联署。主席，有请刘主委。来，请刘主委。好，林委好。主委好。今天想请教一下主委，说我们中选会的核心业务是什么？选举啊。选举。对。
选举所有的业务嘛，包括宣传啦，还是监督啦，都有嘛，都有都有。好，就选务这一方面。好，那依照选务这一块来跟主委聊一下了哈。主委，您知道说明年就是2018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地方公务人员选举嘛，又称九合一选举嘛。对。那您知道说全台湾的新住民有51万人，您知道有多少人是有资格投票的？这个我比较不清楚，我想。哎呦，你别在那讲不清楚啦，中选会呢？那新住民有多少人可以投票的？我们号称民主，我们号称多元，我们号称包容。您连新住民的投票人数有多少都不知道，我下面不知道怎么问了。这人好，没关系。那再问下去了哈。那主委，您知道说新住民在明年的2018的选举的手头族有多少吗？手头族我们真的不会知道，那一定要去查。好，这个您会知道啊，连我都知道新住民哪一年他们取得身份证的，就是可以投票的嘛，对不？主委，这些您应该都要知道，因为您是我们中选会，那您要必须了解，台湾就是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有51万个新住民，您必须要去了解到底有多少个人。总投票人数有多少？手头数有多少？还有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被选举？就是可以参政权嘛？您知道新住民有参政权的资格是什么吗？10年以上嘛，就取得身份证10年以上嘛？对，所以呢，这些可以参政权有多少人？因为已经很多新住民号称明年可能很多人会来选议员哦，所以。您必须要去了解整个状况啊！你袂使讲问的拢唔知啊，讲啊新住民取得身份证就跟国人一样，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光语言，你说他取得身份证了，有些在刚要去投票的新住民姐妹不一定了解我们的投票制度啊。那主委，您这部分都不了解，我想您。我觉得您对于选务这一块必须要有敏锐度去感受到我们台湾的人口正在改变，您应该认同吧？对对，那个人口我们是从那个内政部的这个人口里面来看啦，因为户籍资料是他们提供的啦。对，那我们以后会加入这个要求，就是关于新住民这样。那您这部分的统计啊，两个礼拜可以出来吗？我们去跟移民局啊，应该这移民署应该可以有。移民署，我不知道您从户政司还是移民署了哈。如果是取得身份证，您应该要从户政司啦，因为移民署只发居留、永居或规划国籍的证件，不会发身份证啦。您要了解身份证的话，可能到户政司啦。那这个部分，希望您在尽快2到3个礼拜之内给我们，好吗？可以吧？可以，可以啦齁。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讨论。去年11月9号的时候，本席也有跟主委执行到说，如何宣传让新住民了解我们的选举制度。那已经经过3个月了，不晓得就是主委这边有哪方面的计划，还是相关的计划，针对新住民选举的相关宣传，还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选举制度。我们第一个先做的就是把那个比较详细的可以了解台湾的整个选举制度跟投票的整个细节的那个简要的折页做出来。那这个我们用6种不同的语言去做了哈。那这个我想我们也送给委员参考哈。有。那这个我们会去寻找那个机会啦，就是说有什么集会的场合，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请。可是好多个集会场所，我打刚招北调集会场所，我不知道主委为什么还要寻找集会场所了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不是折页做好了就好了，折页它只是折页，如果没有把它应用，它还是一张纸而已。主委。您如何要去宣传？我在您的报告里面就是短短几行字讲说您要找新住民团体办座谈会嘛，那我不知道时间什么时候要办，那如何办，进行的方式是什么，这个部分请主委给你一个，就是不管您要
严谨的去拟计划，还是简单的拟计划，我不管啦哈，我要的是结果。就是我们的新住民族群在台湾，我们不太了解台湾的投票制度。那一个中选会的主委也没办法了解到全国的新住民总投票人口是多少。手头族跟总投票人口是不太一样，手头族他是第一次要进到这个投票场所，问是多紧张的呢？到底要拿电话不？可以拿不？到底是要拿银行还是要拿身份证？到底是要等手印而已，还是不用等？对我们来讲，尤其是东南亚有些是没有选举制度的国家，那尤其是新住民都是年轻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取得身份证不一定了解，所以这个部分主委您应该要好好的去研拟一个计划吧。我们有在研拟啦，真的有在研拟。那什么时候会出来？因为明年都快到了呢，现在已经三月了呢，再过差不多高高位都要进行到明年了，您不能说一直在黏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也一并给我们好不好？我们呢？这个有，我们就也要求地方，就是说也提供各种不同的讯息。我们来看美国的选举，他们提供的是什么？其实很多面向了哈。美国这2016年的选举，它还有语言协助的条例，它在选举权的那个法案里面还有语言协助 的那个条例，有中英，还有他们的西班牙文。那我不知道说我们台湾号称多元，我们到底多到哪里去，就要看主委您的您的努力了。那再来跟主委讨论一下说，我们选报法第74条说，如果选举人可能被判刑了，那他或许选当立委4年，那他被判刑1年出来的时候，剩下3年就没有了嘛。可是他是被投票，就是选举人选出来的，他剩下3年是没有那个公权，就是没有这个被选被的当选人的资格了嘛？是这样吗？对啊，没有了，就没有了嘛，就资格被取消了，只要被判刑就被取消了，确定的，确定判刑就被取消了嘛？哈。好，我这个部分啦，我只是要了解一下，因为我看了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判1年啊，他不是有4年吗？所以您的意思是只要判刑就会取消吗？因为那个制度里面，他如果是立法委员会有其他的那个地步。好，那刚刚前面那些就拜托主委，总投票人数、手投族，还有被选举人，还有如何做新住民的那个就是选务相关宣导，不管是多国语言，还是因为没办法每个新住民都上网去看，那您如何去推广？还有我们的台湾的选举的贿选非常的严重，每一年我们看去年上一届的选举，这次的所谓补选的议员的补选啊，不管是直辖市还是各县市政府县市的那个补选的量还蛮多的。主委针对贿选这块如何去避免，还是只有宣传？那个我想那个贿选这个它的坏处啊，各方面不可以做，它可能面对的那个处罚，这个我想大部分的国人都很清楚。可是大家都明知道有什么庄脚啦，还是庄脚也有一些开票压力啦，因为我不太了解啦齁，只是说提出来会觉得啊，既然这么严重，那我们是如何去避免的，不要每一年都只是后面在补选，其实很浪费很多，那我们可以把钱花在前面的如何去做所谓的避免贿选的这种制度。马委呢？这一方面，我相信这个台湾就制度面来讲，发展的应该算是相当多的啦。所以我现在是在后面用那个，就是处罚啦，或者是那还有另外一块了哈，剩下可能30秒跟您聊一下说，其实您也可以多鼓励新住民参与我们的选务人员的工作。我记得在前几年，我有参与过选务人员。就是去公所报名，你要当选务人员。我为了了解选举制度，还是去报名当选务人员。那所以这个选务人员报名制度也非常的模糊。那53还是讯息比较丰富的才能得知这个选务人员的报名。还有偷偷的跟你讲，有些是有关系才能报名选务人员，我是都没啦。我就去问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提早半年、8个月去问到底当时报名。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这一块您去加强，让新住民参与选务人员的这种训练还是参与，其实无形中也是在让新住民了解我们选务工作，您认同吗？好，谢谢委员，这一块我们会做。对啊，那刚刚讲的部分就拜托您两三个礼拜再给我们一个计划吧，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主席，我想请部长，不是主委，对不起，不好意思，请刘主委。主委长好，我想我今天特别看了您的这个业务报告。这个业务报告里面大概有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区域立委跟县市议员明年改选即将可能选区要变更等等。那再来一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地补，然后你在这边大概做了一个表，可是在第十一页的这个表的第八项是，我想我们高雄市今年有两个地补案，一个是，林明杰，就是民进原来的当选人是第二届第十三选区的林明杰，那地补了柯陆佳，可是在这个月我们也地补了一位童彦珍，那这个案子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说我们当地有一个议员因为去关说，关说一个红单子，但是他判刑确定了，所以他地补了，所以我想你这个资料里头那个程序还没完成，已经完成了。那个童彦珍已经宣誓去就职了，已经完成了，确定已经完成。好，那我想没有关系。那个主委已经完成了，确定已经完成。好，所以我想这个资料上面有一点缺失，我说特别提出来。那但是我今天要提一件事，也就是这位林明杰，我想请教主委，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贿选当选无效然后去地补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当选无效，我想那个我现在那个不讲那个过去的制定这个制度的主要的原因啊，是希望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啦，就是说如果没有贿选这件事情的话，有可能是那个落选头会当选，所以才建立了这个建议哈。对，好，那本席今天要讲一件事，是在今年的一月四号，也就是法院宣判，林明杰是贿选，而且必须要由柯陆佳来递补。可是呢，在今年的一月18号，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长派林明杰代理拉玛夏区的代理区长。请问诸位，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是会鼓励，如果因为贿选而下来，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代理区长，你认为妥适吗？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是地方制度法的那个问题、啊。这是地方制度法、啊，所以任何贿选的，不管是哪一区，你都觉得只要不管他贿选，或者是被判刑之后，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代理方式。是，报告委员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要看那个，主委当选无效是因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呐、啊？那民事案件的话，我们是就是他并没有被剥夺他的那个参与公职这个权利的。那如果刑事案件，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刑事案件如果有吃多公钱的话，那個、主委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啊。好，拉玛夏的区长，他原来的区长是被高院判刑贪污，所以就把他取消他的资格。是，然后我们走了一个贪污的。来了一个买票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我们高雄拉玛夏区，你觉得这个观感好吗？还是你觉得这只是政治的一个议题，随便他们怎么样去做一种酬庸，或者是鼓励贿选也没有关系，反正贿选完了被判刑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市长是我的，我就自己判。我觉得主委，
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我想你无从自着、嗯、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案子上面能够去研议，到底未来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该怎么做。我希望主委你能够去就这件事去讨论，做一个研议的工作，这是第一件我要讲的哈。好，我们会从各种角度去考虑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林武忠来讲何其不公。嗯，林武忠是一个红单子去关说，也是一样，我们高雄的也是民进党的议员，所以我想外界都在看看到底我们现在的政治仇庸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第二件事，高雄地区跟屏东地区的立委都非常的关心哈。我想十年前大家在讲30万个人就可以产生一位立委哈，那现在我们当时我们高雄大概有270万的人口，因为我如果记忆没有错，应该是270万。那换句话讲，30万个人口就有一席立委嘛哈。那其实这个在条文里面是没有的。那在上一次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个条文里面没有，我们是不是在未来我们怎么样在法律上处理？可是我现在看了一下，我们高雄的人口到今天为止大概多少人？应该超过270啦。超过270，对。应该是277啦哈。换句话讲就是说，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我们增加的人口数远不如台北新北市其他地区增加的多。但是如果以原来的三十万的条件的话，其实是同样的条件。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包括屏东更严重，他们现在原来是3个选区，现在变成2个选区。我在这里本席要请教主委，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件事上，因为到今天为止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划我们才是一个选区。那你们现在准备3个月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准备了以后你们准备怎么做，或者是因为如果是继续这个样子，我想城乡差距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这样的城乡差距之下，可能造成的更严重的一个城乡差距，那我不知道诸位怎么样来看这件事。这报告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个30万这个事情啊，因为各个国家在划分的时候，那个一个人背后代表多少人口，那个是变动的，一定不会是说30万字定在那里哈。那所以就是各个行政区之间要做一些比较了哈。那这是分配名额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去用一个绝对去做了哈。那至于说选区的划分跟那个整个区域的发展有关这件事情哈，我想这个可能，这个在应该已经在选务的范围之外，它是整个一个国土规划的。当然是这样子，但是，主委我要提醒你，例如金门是单一选区，虽然它人口数不够，还是一位立委。它是宪法上保障的。对，这是宪法上保障，就是金门、澎湖、马祖，对啊，那这些特别的保障。但是你如果说以我们整个城乡差距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想把高雄跟屏东用这种方式把它减了一席立委，我觉得对整个未来城乡差距可能会再拉大它的距离，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你们要不要有其他补足的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是30万个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法条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我们能不能有用其他的方式在这个上面再做其他的补足，或者是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送到立法院来做法案的修正？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就是说中选会在划分选区的时候，唯一可以预计的就是宪法上的条文跟我们的那个选罢法上的那个条文啊哈。那至于说那个地方的那个发展的这个趋势这方面，我觉得它涉及的因素相当多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行政院整体去考量的，这还不是选举制度可以去。但是整个的选区的划分，应该主要的是以我们中选会为主嘛。
对不对？但是我想这个，以我们中选会为主，所以主委，你以中选会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你不能够回避说未来这个选区，因为毕竟有几位立委牵涉到未来在他们地区当中几个重大建设上，其实你看我们每次在表决，那新北市手举起来，我们高雄就输了民意嘛，我们就输了。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希望主委你在做这个考虑的时候，也能够把这个部分列入一个重要的一个评量，可以吗？谢谢委员啊，我会把它考虑了哈，但是我想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至少我个人不太认为，就是说选区划分真的对整个地区的影响那么影响非常的大。那我觉得那个因素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金门、马祖那些要有保障？因为他们人数铁定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给他们保障的话，那么换句话讲，他们的代言人在哪里？所以我希望主委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多加斟酌哈。是，我想时间已经到，我们就那最后我要提醒主委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不在籍投票，我想不在籍投票是大概是大多数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的进度到哪里，因为我时间到，我怕主席站起来哈。那第二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是公投绑大选，因为每一次公投绑大选，其实在整个的过程里头都有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而这些争议到最后都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政治的一个对立，所以我们希望主委能不能够在这两件事上，在未来的选举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范，让我们能够避免再造成其他的冲突，包括提高我们的投票率等等。我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主委能够就这两件事，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好不好？好，谢谢。以上，谢谢。好，谢谢。那我就不站起来了哈。来，谢谢。我们接下来请 Glass 委员。Glass 委员质询后，我们休息十分钟。来，请。这样我就不做不下去了。好，他没有叫你。好，主席就。请主委继续下去，好，继续站起来，继续下去。啊，格拉斯委员好。主委，刚刚您的业务报告说，我们要很积极的参加国际组织，例如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今年要参加亚洲选举关注协会 AAEA， 或是参加今年即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选举机关协会 AIWEB。请问我们的中选会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组织？这个我们参加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还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些交流啦。哦，因为我举个例子来，比方说 AEA， 我们在这个机关这个组织设立的那个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发起国，后来我们也当了主席国。那最近这两年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积极，因为最近现在的主席国是印度嘛，我们就比较少参与。但是呢，他有一些相关的，就是会员之间的活动的时候，会要我们去参加。我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 AEA 他在去年吧，他接受这个联合国的补助，做了一个关于选务人员这个用科技的这个运用这方面的讲习，那邀请我们，我们就请一位同仁去参加他们的讲习课，我们觉得那个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AWEB 也大体上类似的经验，因为 AWEB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选举的这个情况跟其他的国家做分享的。好。那您可能也还记得，上个会期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本席曾经一度想要冻结这一笔费用，希望说中选会并不是不支持，而是希望说中选会先提出历年参加这些国际会议的成效之后报告之后再来动支。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并没有冻结预算，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对这个业务的关注程度是降低的。所以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说，您刚刚说很有成效，对我们台湾的中选会来说成效是什么？帮助是什么？就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机会跟其他的国家的选务人员，就是有进行那个知识的这个交换啦。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去参与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办理的这个非，就是
也许是非正式的这个选举活动啊，他们也让我们去参加。那我们分享了台湾的什么，而又从别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关于选举的这个制度的资料拿去给他们看啊，然后我们也借这样的机会跟他们熟悉，在我们选举办理选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经费许可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来观选啊。那这方面，我想我可以向委员报告，就是说过去我们邀请来的其他国家的这个选务机关的这个人员，他们对我们的选举的安排还有执行的过程了解之后，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非常的这个肯定跟赞成。好，那您刚刚也提到今年罗马尼亚会不会发 Visa 给你还是一个大问题，那目前进行的状况如何？他们还没有发出这个通知出来啦，因为照过去的这个例子来看，都在夏天的时候会办上两次啦，那今年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可能九月十月吧。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知道您刚刚也讲了很多，参加国际会议很重要，不但在国外去取经很重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民主选举的制度也是很重要。但是主委，我只是很随意的浏览了一下你们的英文的网站，我还蛮讶异的。英文的网站一点进来首页，你让大家跳到 What's New， 就是最新消息，要报道新闻。可是你的新闻的连结到今天刚才我来到这里为止，都不是台湾的新闻，不是你们中选会在台湾推动我们的台湾选务的最新公告。What's New 的首页第一条连结了一个二月十号索马利亚选举的新闻，第二条连结了一个一月二十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第三个 What's New 我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点进来叫做 Not Cell Phones， 原来是用这个柬埔寨语告诉大家的一个禁止使用手机的一个版本的标志，出现在台湾中选会官方网站的首页，而且是 What's New 最新消息的栏位。又看下一则 What's New， 一样 Not Cell Phones， 只是用菲律宾的 Tagalog 语再介绍一次禁止使用手机的一个符号，又出现在台湾官方中选会的英文网站的 What's New 最新消息的栏位。那么看看你们中文的网站，其实我们首页放的是你们官方很多的新闻稿嘛，好，那么这个有很多包括台湾这个民主选举制度选举的规定或相关的这个处分的做法，甚至呢最新消息还有这个纸质视障者投票辅助器，你们今天的首页还有这些相关样品审查会议的报告，这是台湾很多进步的选务的改革。但是那么多进步的消息，你如果出国跟人家换名片，人家按照你的名片来上你的网站，结果看到的是索马利亚的新闻、川普的新闻，或是 Not Cell Phones 的一些这个不同语言的标志。那我想请问你们这个网站每一年花多少钱来经营维护，还是这是多少钱的标案，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您对你的英文的网站非常的满意吗？而且你还宣称不断的要进行国际交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非常进步的这个选举的制度。好，报告委员，我完全同意。最后委员，这个我们的英文的部分确实是不太理想，那个中文的部分我们是最近这半年来才改版完成啦。那我们在英文那个部分，我希望能够继续努力。那这个英文的部分，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并没有用过任何的标案去处理啦。所以都是你们自己维护的。对，都是我们自己处理，所以比较差一点。那你们这个要多久会改善？不要让大家拿到你的名片之后进来我们的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中选会，结果看到的是一大堆的 What's New， 不是索马利亚就是美国的川普，不然就是 Not Cell Phones。 我们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把第一个阶段的那个处理好吧，至少把那个中文的部分已经显示的部分尽量就用外文的部分来处理啦，这样子。好，那希望我们要尽快的改善了，尤其可能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可能在今年的夏天，可能我们要去菲律宾，我们要去罗马尼亚参加那么多世界这个选务相关单位的国际的会议，希望可以赶快的改善。是，好，那继续呢，有一个就是你们曾经公布了一个公职人员选举公报编制及审查办法草案，对，里面呢第十四条我还蛮诧异的，
第十四条说，有声选举公报候选人及政党的政见内容非使用中文文字的部分，选举委员会不予录制。我看到这个草案的时候其实蛮遗憾的，主委，其实我们知道去年尤其在第一个会期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你也很支持我们修正的选罢法，让候选人可以使用原住民族的罗马拼音并列汉字在选举公报上登录自己的政见，而且当时我们的招委姚委员也非常的支持。结果我看到这草案的时候发现你好人做一半不到位，你公布了这个办法第十四条说，哎，你们这个政见上面我让你用罗马字，可是如果要录这个有声书的时候我就不处理了，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哎，报告委员，我们这个是草案，再看让各界去看看有什么意见啊。事实上这个草案在我们公告以后就有一个原民团体来跟我们反映说这个好像不周全啊。那我们现在的其实是本席啦，本席有跟你反映。哎，对对，您的函来之前已经有一个原民团体来给我们建议说那个要不要改一改，然后我们已经改了，就是说除了图画的这个部分以外，其他的我们都可以用有声公报来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把它修正过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提到委员会去的时候，那委员会要求我们再去把相关的法去看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度，如果我们还要介入审查，适不适当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就在这个办法出去之后呢，符合各方面的那个规范啊，就是低度介入是选委会的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好，其实我了解选委会的考量了哈，不过其实我们台湾有非常多专业的各族的族语老师，我想这个分际我们在进行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这个分际可以拿捏，我想这个族语老师他可以纯粹的做翻译的工作哈，是这样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我很关切的就是选区检讨变更的进度哈。那在这里当然要提的，我知道我接下来要提的恐怕不是中选会您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因为还涉及到内政部的原住民族的选区划分的议题。但是我想请问你，因为本席已经正式的提出修宪案，也就是说要在宪法的层次把原本的现行条文里面的自由地区、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各选三席的这个条文修正为自由地区原住民共六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所谓的殖民统治者来称我们分把我们分为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我们是每一个单一的民族，是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等等，所以在我们自治之前我们可以忍受中华民国宪法说我们呢全国每一届只能选六席立委，但是我们不要被分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我们互相争取这六席。但重点来了，这选区怎么分呢？如果我们不再划分平原选三席、山原选三席，这个选区原民立委的选区怎么分？同样我们的 quota 只有六席的情况之下，我想请问你，我们曾经规划过，实际上内政部也曾经做过初步的选区划分。来看一个台湾地图，如果这个六席完全以地理区来分，那这个我很快的请问您的建议，这样的分法您的想法是什么？在选务上来进行选举的时候有没有困难，让各族公平竞争，而不再把我们区分为山原跟平原，选务上来选立委有没有困难？我想那个选务的困难度不大了，因为现在有电子科技的那个协助哈，在很多方面我们其实可以规划成就是满足各方面的那个需求了哈。那像这样的一个选区划分呢，只要就是我们这个原住民选民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共识啊，我们在执行上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好的，时间有限了，希望还有机会再跟主委请教，谢谢。是，谢谢。好，谢谢两位，我们休息十分钟。
茶还是咖啡？我茶，谢谢。1955年刑法修正的时候，他把那个池德公权要改成，就不是在重写了。对。啊，其实那个是，反正就是那个刑法修正是他们还是有一个案例，就说应该是四五既往之一那个法律判决不是，犯罪行为是不是不算？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已经判了，但是你判决是在这个法律，他是判决，法律应该是判决。但是这个时候安利过了，安利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也不敢没这么做出来，他就是非常保护自己，把保护一件，所以这是行政方法可能就是真正的效果，那个处罚其实可以效法，不一定要罚，不能说你警察说的你如果有奖或者怎么样，警察说按电话不带，下次要带了，他不一定要开单的，如果一定要开单，没有开单，就是这样子。Thank you.
最近是谁？所以一定是这样。我想问你。
好，我们开始开会。好，接下来质询，请陈其迈委员。啊，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主委刘主委。好，请刘主委。好，郑委好。啊，主委，这个我们在106年11月30号以当日的户籍统计人数为准哈，然后在107年5月31号前会把这个选区变更送我们立法院来做同意与否的这个程序啊。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当时也曾经做个决议哈，那有关这个选区划分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今天看报纸啊，这个有提到说我们高雄跟屏东的席次会减少一席啊，那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啊，那我会以科学跟法律的依据来说服我们中选会哈。那第一个，宪法的规定哈。宪法的规定在宪法征修条第四条啊，有关自由地区直辖县市啊，应选73人，每县市至少一人啊。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个啊，一个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去做分配啊，所以法律的规定讲得非常清楚。哦，它是以人口的比例来做分配，法律的条文。好，哦，它是以这个人口的比例来做分配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好，哦，所以啊，刚刚这个主委也在答询其他委员的时候啊，也特别提到说，啊，以这个以每个立委后面的这个的啊这个平均的这个人数作为代表性来做啊这个计算的一个依据嘛。然后中选会的版本你认为比较有代表性，哦，我不以为然，我的版本比较有代表性，哦，那这个理由是很简单，哦，这个方法一，哦，在这个诸位的部分，哦，这个是我们 现行中选会的版本，哦，那它最大的差别是在这个 D， 那换句话说是台湾地区总人口数减掉原住民人数，哦，得到的一个除以73得到基数，那A 减 B 减 D，D 是
把这个一席次一个啊、一席以下的这些总人数呢，把它扣掉以后，再把 A 减 B 减 D， 再把 D 所有的这个五个县市的总人口数再把它扣掉，然后除以68，得到一个基数一嘛，对不对？这个算法是我们现在中选会的算法。那第二章，这个是我的算法啊。那我的算法很简单，就是台湾地区总人口数减掉原住民的总人口数，得到一个啊，除以73，得到一个基数 C。那各县市的人口数除以 C， 就得到各县市的分配数。那小于一就分配一席，大于一就分配。好，那我要跟主委请教的啦，哈、哦。那假如啦，哈、哦，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两种方式啊、哦、的差异性在哪里啊、哦。我的版本的跟中选会的版本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中选会你是把一席以下的人数你再把它全部扣掉，然后再去除以这个应选的68席。那我是这个直接就除以73席，不扣掉总人口数，然后算出一个每一个啊该有几啊几位选民选出的这一个基数的一个代表的人口嘛，对不对？对。好、哦、好，那我请中选会回去算一下。嗯。啊、哦，那我们要比较说谁的代表性比较多嘛？换句话说，是每一个立委后面，譬如说 A 立委后面是23万人。B 立委后面是24万人 ，C 立委是26万人，对不对？然后 D 立委是可能也是27万人。你去把这一个平均的代表数，啊、哦，每一个立委平均后面的代表数的代表的选民数，这个当一个平均值嘛？那你把 A、B、C、D 所有这些各立委全部都减掉这个平均值，啊、哦，那你减掉平均值之后呢，再去计算。再除以所有的立委的代表，所有立委的席次，你去算它的平均值的，算出来这个结果叫什么？这个算出来的结果，这个偏差叫做标准差啦。所以你去比较我的算法的标准差，跟你的算法的标准差，这两者的标准差，你去计算说谁的偏差比较大嘛，谁的 deviation 比较大嘛 ？deviation 比较大，代表它变异性大，代表它的这个每个立委后面代表的这个人数，它的变异性比较大嘛？变异性比较大的意思就是说差距比较大嘛，啊，所以我请中选会算一下，按照你们的算法跟我的算法去比较谁的标准差大嘛。那假如我的标准差比较小，代表说我算出来的平均值是每一位立委分配到的这个选民数是一样嘛，比较接近嘛，所以是比较有代表性嘛。按照宪法第四条的规定，我再重复一次，啊，按直辖市跟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嘛。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个选民，这个立委的选民的代表，他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分配啊？主委，安尼会使无？好 ，OK， 可以。好、哦、啊，同意吧，对不对？我来算看。好。好啊，假如算出来的结果是我的标准差比较小，那这样怎么办？你不要检讨这个制度啦，哦，我们再来检讨。这个是最科学的方式啊，大家就把它把数字拿出来，大家算一算，看谁的代表性比较足啊。平均每一个立委的这个方法，你同意吧？我同意啦，但是我想我先不做选择了哈。但是熬夜了呢？有啦，我你同意，然后我又怎么样？你听我讲，讲了嘛哈，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计算的过程中，我完全同意说，委员讲的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偏离的情形啊，你要做标准差了哈、哦、啊，我同意啊，你那个计算的过程也是原来那个统计学上标准差的意思、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了，因为那个是取差距的绝对值啦啊、哦嗯，那个是标准差了哈、哦嗯，标准差就比较小的，表示说这个席次的本身哈、哦，就是距离那个票等值这样的一个理想是比较接近的啊，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我当然是赞成的啦。啊所以呢？啊，我的啊，假如算出来的结果是我的标准差比较小，那主委你要按照我的计算方式啊。有这个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什么又再来呢？好不好对不对啊？你说我的计算方式比较有道理啊，结果你再来，我的熬夜的代志没有。哎、欸，我一定后续也那个动作。我是跟你赌很大，你知道，我是赌高雄市的一席立委跟你赌、欸，我知道，嗯、啊，对不对？我知道。啊，所以呢？所以我就算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入法嘛。好。
因为这是你最大的原则，你刚我至少先说服我们中选会主委，因为你们还是合议制啦。好，但是我还是要先说服主委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大家来算算看。这个月供啊，大概省财拢不为供嘛，好不好？我还剩款，没问题。因为那个逻辑上来讲，我是可以接受那个变异小的是比较合理的。对，好，那我们就算算看啦，我大概稍微试算过了，但是我要希望中选会自己算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啊，在执行政党联作财阀的这个部分啊。在104年9月到106年1月，总共采罚50件嘛，啊、哦，那对候选人行贿罪1件，对投票人的行贿罪41件，啊、哦，然后迁户口妨碍投票正确的8件，总共50件，啊、哦，那连坐的政党，中国国民党35件，民主进步党13件，啊、这个亲民党1件，无党籍1件，啊、哦，那总共采罚金额50件，4500万，啊、哦，那我的问题是说，那这个各政党现在陆陆续续开始缴罚款了没有？大部分有啦，有都缴了吗？都大概都缴了。对，我可以请教一下中国国民党的部分的缴纳情况呢？应该会那么高啦？干部应该拢全部拢缴了吗？这个我们会追。那是说明一下，来说明一下。35件，3000万，什么时候缴的？我大概知道一个时间日期。有一些因为是地方选委会那边缴的了，去那边发的哈，但目前都没有要强制执行的，所以表示都已经收到了，都没有要强制执行。对，好，那好，那个谢谢，那个主委注意一件事了哈。那我问了郭明栋，我当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那我国民党，反正我就是买票罚钱啊，那你要的话，你就去跟不当党产要啊。对不对？也不见得从政党补助啊。那你按照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些法定义务，这个罚款就是法定义务啊。我那你要不要钱？那就不缴啊。哎，对，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这种 case 啊。我知道。啊，但是我们直接问那个，就直接对问啊，对采罚，哎。啊，直接采罚，他说那我现在没钱啊，那你我就用不当党产去处理啊。啊，变成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规定的这些所谓的不当党产，他就专门去拿缴去缴贿选的罚款啊，啊你也拿他没辙啊。伊那无搞的情况的，就是给法务部去强制执行啊。那强制执行，你也不能指可以指明扣哪一个财产吗？可以吗？这个方面应该来谁比较清楚法律来？他政党补助是不是要优先，还是怎么样？政党补助没在，现在是没有。没有定在选罢法里面了。对，啊，所以呢？所以只好那个去执行他的财产了、啊。啊，他的财产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政党补助嘛，一种就是这个政党补助当然是合法的这个补助嘛，对不 对？或者是他的党费来源嘛，那另外一个就不当党产了、啊。他的执行处他自己会去执行了，看他的户头了，或看他的那个动产跟不动产，他都会去执行了。好。那个诸位，所以我要建议说哈，这个是一个问题。对，我建议我们中选要厘清这些事项。我建议这个部分呢哈，既然有这些争议，那中选应该要修法，把选罢法这里修法，就是他查扣财产的优先顺序应该要在法律上你把它定清楚嘛。啊，不然国民党我的后盖，我的买票我紧啊，那不当党产我你扣两百几个啦哈，现在啦，那我就拿那些去缴罚款就好，我要继续买票啊。你变成你这笔钱，你真正要处罚到行贿的政党了哈，那你没有办法处罚。这个我们再跟法务部来商量那个具体的情况。好好好，我请中选会研究一下好不好？ Okay， 就是说，当有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所谓的政党法啦，哦，我们应该是在政党法里头规范一些相关政党的行为事项嘛。对。那对于包括说我们在执行这一个政党的处罚规定的时候，有关。不管是罚款、哦、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个处罚，它其实应该在处罚的明确性上应该要做更清楚的规定、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好不好？好，这个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洪宗义委员。哎，主席，请刘主委。请刘主委。洪委员好，哎、欸，主委好哈，主委，我想啊、哦，这一次的这个报告，你们大概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选区未来是有可能调整的嘛哈，
但是我想哦，其实很多的这个问题哦，都是有延续的啦。对，哦，有延续的哈、哦，像哦，你在那个十一月份的时候哈、哦，其实本委员会也有请你来嘛，你的答询到现在哈、哦，本席想了解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度啦？我想哦，很多委员都非常关心这个投票年龄要下降到十八岁的事情哈、哦嗯。那因为这个牵涉到宪法130条的问题嘛，那你认为说未来呢？未来你们大概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那个十八岁这个部分哈，我们是赞成的，因为那个选举权的部分是被列作选政的部分呐、啊，那个而且这个要涉及这个修宪了、啊。对啊，就是宪法130条、啊。跟中选会的职权、啊、比较我们比较死不相立、啊、在但是选务上在原则上你们是赞成、欸、对那个、欸、投票年龄下修到十八岁嘛是只是说因为它涉及到的法令实在、欸、比较多啦對、哦、所以我想、哦、这个也是了解一下你们目前有没有做了什么事、哦、那另外、哦、在于这个、欸、不在籍投票的部分呢、嗯、不在籍投票的部分你们目前有没有研拟出什么办法不在意是不在意投票也是内政部在主推的哈。那我们是要看他那个不在意投票他的规划是适用于哪样的选举啦。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如果总统选举单独举办的话是可以办的啊。那跟其他的选举并在一起的时候，那在选票的分配上可能就会有困难啦。那我想、哦、另外还有很多委员关心的这个延长投票时间、啊啊是哦、其实每一次的询答大概同样的问题就是出现这三类嘛，对不对、啊、那另外、哦、本席、哦、就是有看到你们在那个1月17号的有一个公布台湾选票结构的这个、欸、统计报告嘛、哦、你们里面有提到说、哦、就是那个女性高于男性的投票、哦欸、大概是2-3%左右嘛，是不是这样子？对，这个数字是这样子嘛。对，那、啊、你们有没有去研究目前20岁以上，欸、投票人数哈，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是多少？大概那个比例是多少？你们有算过吗？男性跟女性的比例，都男跟女的比例、啊。对对，那个我没有把那个放在这里面。那个主委，我跟你说一下哈。其实你们研究出来说女性的投票率比男性多2-3%左右了。对。那本席就去了解一下哈。那现在男性就是投票人口数哈，女性比男性大概多1.2%左右而已了。所以本席就在想了解说，那这两个数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关系吧？那你们研究出2-3%，不是那个2-3%那个分母分别是。男性的总选民数跟那个女性的总民数，所以父母是不一样的。没有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哈、啊，其实那个现在的人口结构啊，女性也是比男性多1.2%嘛。那以你们研究出来的那个投票，女生也是比男生还要多啦。啊，我只是想问一下说，那你们研究出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代表什么意思？不然你研究这个干嘛、啊？没有，我们不做解释啦哈，因为这个东西只是说我把这样的一个数字弄出来哈，那希望在研究上或者是在实务上可以运用这样的数字，那也我想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这个去思考了。那个、主委啊，其实这是我本人自己做的这个结论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尊重女性啊。因为女性的投票率比较高嘛，我们应该更尊重女性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不然你做这个数字是要干什么？应该要更巴结女性才对。不是吧？我们尊重了，我们讲尊重了啊，互相尊重啊，尊重。好、哦，是这样子嘛？那另外哈、哦，那个朱伟，那个在你在另外就是说哈、哦，这一次你报告里面你们也有讲到嘛，就是关于高龄跟无障碍的部分嘛，无障碍就是身心障碍者哦，哈、哦。对。那这个部分哦，你们希望说可以。改善他们的这个投票环境啦、啊，我想哦，在这一阵子哈、哦，应该是在今年的1月份嘛，还有报道啊，就是这个身心障碍者他们对于这个投票的地点，他们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意见跟抱怨呐、啊。
那你们认为说未来你们要怎么去改善？对，这个我们上一次在总统选举前，我们其实是要求地方做一个普查啦。那么到后来呢，我们其实有发现这个没有真的百分之百落实，因为有一些投票的地点啊，确实有我们认为就不合格的那个状况出现啦啊，所以我们在明年的年初到年中之这个中间呢、啊，会再做一次普查，然后要求把那个原来用过的不合格的地方去找另外那个合格的地点来做投开票所这样子。这个是主要是那个场地的一个选择这一方面、啊、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那现在本席哈、哦，现在跟你讲的就是在今年的一月份还有这样的报答嘛。那当然就是说你们还有改进的空间啊，我了解，我了解，对，所以我希望说你们在于这个无障碍的部分哦，当然就是未来哈、哦、也是这个高龄的一个社会的这个部分，你们要赶快的来执行啦、哦、啊。这个我知道，那个恐怕不是场地的解决就可以了，因为以后高龄社会里面有很多那个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啊、哦，所以可能会从其他的地方。好，那主委哈、哦，那个本席再请问一下，我想刚刚陈其迈委员也有问到哈、哦，是，就是那个执行政党连坐裁法的部分哈、哦嗯，我想这一些案件哦，包括这50个案子，都是在103年的选举嘛，对，哦、我想103年的选举到现在才2年多了，那我想刚刚那个陈委员问到的，就是说，哎，这50件的那个罚金是不是都缴了？那本席问一下哈、哦嗯，因为那个里面有4个政党嘛，包括说国民党。民进党的已经缴了，本席刚刚一早就确认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直接回复本席说民进党的都已经缴了，那亲民党的一件有没有缴？亲民党一件那个应该有缴，有应该有缴嘛，有那个比较，然后还有就是无党团结联盟也有缴嘛，应该是嘛，有然后国民党的应该也有缴嘛，有，那国民党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缴的，你们知道数字吗？因为这个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103年的选举，很多都是基层的选举啦。对，所以他们那个采法的单位都是县的哦，县市的选举委员会哦，本席看过那个资料，对，都是由他们来采法哦，所以可能我们中央的部分只是去调他们的资料才会知道嘛。所以你们现在手里应该也没有明确了解说他们是什么时候缴，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因为他那个采罚的时间不同、哦、所以他缴的时间不一定。没有，本席要了解他是缴的时间，你们现在可以知道吗？哦、我们可以。立钱的时间准干无？我们可以查、欸。可以查，那是事后的事嘛。但是本席要提醒你啊，这个那个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是在105年，就去年的8月10号才实施啊。如果国民党他是在这个期间之后才缴，那如果他缴的钱是不当党产，那怎么办？对啊，如果他们缴的钱是不当党产，那怎么办？这个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对、啊，目前没有意见，但是有可能发生嘛。所以本席才提醒你一个时间点嘛，就是在105年的8月10日，哦，这个条例通过，哦，已经施行了。那如果他在之后缴的，会不会缴的钱就是不当党产？这个你们要了解一下、啊。那另外哈、哦，我想刚刚其实你们答复的时候，你们是说应该这50件都有缴嘛？所以不管是民进党、亲民党、无党籍、国民党，就是都有能力来缴钱嘛？那我想国民党是有钱缴的啦，是不是这样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对啊，他们没有那么。但是我想哦，这个是昨天的新闻了，今天的新闻而已啦。昨天早上哦，有一批国民党的党工嘛，他们到国民党的党部去抗议嘛，叫国民党不要再拖延了，赶快给他们退休金啊，这个是昨天的新闻而已啊。但是本席在这边要讲的就是国民党就是真的有钱啊，他连他们的党工的退休金他都要积欠，所以他说口口声声说要照顾台湾的劳工，连自己的劳工都没有照顾，这个是媒体讲的，不是我讲的哦。我里面所念的这些话都是今天早上的媒体才这样报而已哦。那他们也讲啊，党工也讲嘛，党工说他们现在已经了解啊，那个党中央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党产会了，他们认为说国民党积欠的应该是现在立即就要赶快处理，这个都是今天的报道，这不是本席断章取义了，各位也可以看一下，所以本人认为说国民党是有钱的，但是本席要提醒一个时间点，就是说他缴的这些罚金如果是在105年8月10号
八月十号之后缴的，那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一笔金钱的来源，是不是未来还会有后续的问题啦？好，这是本席现在想要提醒你们的哈。好，那主委谢谢哈，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来，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刘主委？请刘主委。孔委员好。主委你好啊。是。那个请教几个问题了哈。是。最近的选罢法的一个修正案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内政委员会啊，就是有通过一个决议哈，就是当时为了讨论，就是原住民立法委员这个如果出缺的话，是不是能够递补？当时呢，我们大家这里是争论不休嘛，那最后有通过一个决议，最后有通过一个决议，就是希望中央选举委员会能够在半年，差不多六个月哈。去先研究一下原住民的选区，全国，然后再召集我们各区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人士来讨论，就是中央原住民立委选举这个办法，如果有出缺要递补，还有我们在扩大，就是对原住民选区的划分，这个部分，我们当时是希望中选会在六个月哈，做出研究啊，看。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办法出来？是不是主委这点可不可以先来说明一下？是啊，报告委员啊，这个关于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因为内政部已经做这个事情了啊，内政部已经把这个事情拿去做了，就是内政部已经做很多的那个公听会，那他们在公听会的过程里面也我们也有参加，是对，所以现在是内政。现在的结论是什么？有没有研究的成果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有没有？可不可以来哪一位来说明一下？那个，这是我们副处长内政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嘛？现希望你们六个月之内，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讨论嘛。当时我们不是在这边谈说，原住民立委要是不是可以递补？那个决议是我做的啊，所以我当时是提了这个决议，获得我们朝野两党的共识啊。就是说六个月给你们去研究嘛。是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内政部在去年哈，针对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是办了五场的公听会。对。那五场公听会都有邀请我们中选会来派员，那另外也有邀请我们的原住民立委还有相关的代表哈，机关代表。那就五场公听会开下来的结果，其实相关的议题是没有共识。内政部正在对于就是说公听会的决议哈，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整理，这样子。好，那是没有共识嘛哈？因为我们当时希望说，就是不通盘的检讨一下原住民族的选区是否要划分。那这个部分呢，我的意见是这样了哈，就是说要划分确实是很难，因为我们那每一个族群分布在不同的选区嘛，你如果划分北中南东这个有些族群像。赛德克族、布农族，他分布在高雄、南投、花莲、台东，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还是要从长计议，那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导火线还是为了中央立委出缺补选嘛，那个现在已经被提名监察委员了，当时是为了他嘛，被提名监察委员，而且本来原始的提案人是顾立雄啊，现在当了党产会的主委嘛，所以原始的提案人也都不在了。那另外一个这个是已经被提名监察委员了嘛，所以我是把这个哈做一个说明了，本席是认为哈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因为你原住民选区的划分哈确实是很难，而且这个也不是只有这一次了，已经研究了快十年了，第二个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现在我们原住民的地方的选举。有的乡长是因为选举的时候当选的，但是因为有贿选哈，后来当届辞职，然后又重新再补选，他还可以有这个资格来参选。那现在这个规定已经改过来了嘛？对。上次我们选罢法已经修正了。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届的，这个就是被因为贿选辞职
啊，然后还可以参选那一届的啊这个选举哈、啊，是不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不可以请主委再来说明一下？现在那个应该是选办法第26条的27啊26。那个修正了嘛？是、啊？对，那个已经修正了，就是说辞职的人不能参加所辞职务的补选，不能再参加职务的补选。可以，还对。哦，这个已经修法，就是不能参选当届的。对，他所辞的那个位置呢，在补选的时候他不可以参加。对，所辞的那个位置在补选就不能参加。这个是我们立法院什么时候通过的？就上一个会期吧。上个会期嘛，哈。因为现在我举个例子，高雄有一个南麻峡哈，南麻峡区的区长，他可能搞不清楚状况，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可能没有资格再补选哦。后来他已经先辞职了，那他以为还可以补选，啊，那个南麻峡的区长，后来因为我们立法院刚刚通过那个修正案，所以他没有资格再参选，他本来有意思还要参选南麻峡区的区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是不是要请中选会能够多宣导啊？我们那个修法通过，其实是有经过正式的发布的这个程序。有正式发布？有啦。那我们地方选委会在审查的时候，当然是依照新的标准来做啦。审查那个候选人资格的时候。哦。因为他已经辞职了，他还没有要参选呢、啊，所以他不晓得啊。潘委员啊，这个在事先，其实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状况的时候，也有一些辞职想要参选的、嗯，我们经过我们讲过以后呢，没有再参选呐、啊。也有这种情形，不过现在法律已经修改过了，应该是照新的法来执行了。好，另外那个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候选人哈，好比说现任的乡长，被判缓刑的话。被判缓刑，然后他提出上诉，那他还没有资格再参选。缓刑可以吗？就是说，他上诉他还没有。他如果在上诉期间，因为他已经被判缓刑，或者是已经判刑下来，3年半或什么，但是他在上诉期间呐、啊，那上诉的时候，他有没有候选的资格？没有判刑确定的啊，他的选举候选人资格是不受影响的啦。哦，没有判刑确定，对，他只要提出上诉，但是候选的资格是不受影响的。他那个是没有确定嘛？没确定。就我们对那个资格的审查是依据那个确定审判的结果来决定。哦，如果在上诉的话，都还是有资格了，因为还没确定啊。哦，那如果是确定了判缓刑的话，就不能参选。缓刑可以吗？缓刑可不可以选？看他的那个犯什么罪啊？如果是贿选的话就不可以啊，就不可以。对，贿选就不可以。对，好，这就这几点问题了哈。那我想说这个也是我这边这个这样的一个哈，这个给我们中选会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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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啊。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场。徐真卫委员不在场。接下来请吴其明委员。主席以及我们主委列席的我们的贵宾请主委。来，请刘主委。主委好，主委好，主委你足主动的吼，要不请你就先起来啊。无办法。主委，针对我们中选会哈，针对我过去哈，我所提出的我们的黑函的问题，包括黑函的问题哈，已经过了一年，黑函的问题，你讲哈，要跨部会哈，以及法务部、内政部、NCC 哈，来统筹、来研究，已经一年时间过啊。迄已经有提出啊，迄个草案哈、已经有，底下的这个应是条文是也经过法务部提出来的啦，已经提出来啊，来提出来，来你我们也有送给那个内政部啦，我靠，条委员参考。
安尼哈，我们已经提出去。好，因为最主要，因为即马过来就是九合一的选举，就在明年嘛哈。因为这个黑函的问题，你绝对一定要处理，嘛一定要解决。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咱的选风吼，和大家民众大家看到说，哎，咱的选举的文化的提升。所以讲，伫未来，你要安怎去处理？中选会你是一个最高单位，也是主管单位。主管单位，你当然要拿出你的魄力啊！啊，伫黑函的部分，你就是讲中选会的职责，你总是可以开罚吧，也可以联系罚吧。可以可以，那个啊，我跟各位报告哈，其实这一方面就是真的有跨部会的这个了解，这样的一个不只是选举啦，在其他的部分就是说不实消息的散布，对很多人的权益的影响啊，那选举是其中之一。那选举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已经把这个部分呢、啊、跟法务部也有些就是咨询过，跟请教他们的意见，我们把那个建议的条文提出来的。对你提出来，你一定要有具体，一定要有办法去实施。也许未来哈九合一的选举，我们都会面临到。所以讲哦，伫中选会这个部分，因为过去，我感觉咱中选会只是挂一个名，你根本都没有办法讲哈落实去实施。哦，咱的一个，因为黑函的问题，因为解决，我认为你速度都太慢。所以主委，我嘛知影讲你拢是研究选举，研究选举应该你拢真清楚。那要安那来像咱选举这个文化、这个风气，大家提升，和民众来更加接受，这是咱中选会爱做的。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吼、哦，伫咱会后吼，迄、那个资料吼。啊，麻烦你啊送一份来，好不好？委员，我回来把迄落阮提出来，互恁看吼。啊，我想另外。啊，搞委员报告就是讲，这个事实的背后的精神就是讲吼，现场赢，从迄当阵呐，发现黑暗的是赢执行，看伊是应该是属民事啊，免属刑事啦哈，刑事的迄都是法务部会去追究啦啊，民事部分采访哦，我们会要求那个地方尽快啦，尽快去采访啦哈啊，另外这个起码主要就是讲提出的是讲，事后还可以用黑暗。有责任的人呐、啊，一旦他因了当选了、啊，应提出迄个当选无效安尼啦，而且应该是一个，至少就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的去动这个制度。没啦，因为你伫事后吼，你讲吼来提出当选无效吼，这拢吼对于当事者都已经造成的伤害了啦啊、哦，这点吼，好，因为咱是未来伫咱的九合一选举吼本身吼要求。在咱中选会，吼，你当然伫审查是法务部这边面吼，吼包括讲伊的310条，吼，包括讲伊的314条，吼，伊这审查的部分。但是你伫讲伫民法，伫咱中选会之前，你就要连续开罚，连续开罚总是有喝止的作用嘛。吼，再当讲吼，就咱的选风端正，和咱的选民吼，大家对我们的选举这个文化，伊再当讲吼，大家都能来认同，吼，这是上重要，吼。搁再来咧，吼、哦，本席吼、哦，要请问，伫咱的迄、那个，咱即马迄个吼，区域划分法吼，伫咱的九合一选举，真侪咱的地方议员的选区，吼、哦，现在有没有变动？即马就是地方议员的选区吼，是迄个各地方即马在进行迄个意见的征询啦，啊，有没有变动？要看每一个地方的情况无同嘛，有的是因为人口。变化，所以爱做迄个选区名额调整。啊，有的是行政区有调整，所以就变做讲伊的选区也重新再划分。那我请教你，咱新北市咧，新北市咱的选区有没变动？新北市今嘛还未报咧啦，还未报，还未报咧。但是你伫咱的今年5月，都一定爱送到你家嘛。对对对。啊，以目前你的看法，新北市咧？目前是还无看到讲因要变的意思啦，还无看到咧。啊，因即卖在办迄个公听嘛。好、哦啊。我咧看伊送来迄个资料啦，啊，阮有滴讲要去看迄、那个，即卖目前的标准是啥，伊来注意下标准啦。安尼。即目前伊也未报。
因为你伫明年就要选了嘛，对，哦，所以讲伫明年要选吼，这个部分吼，你更加速度要紧，对，伊五月底已经拢赢过，真侪咱地方的民意代表，大家都在关心嘛，选区有没有变动？因五月底已经一定会报来啦。好，哎呀，啊，我请问啊，咱的立委的选区呢？立委的选区，因为迄个名额无变动嘛，哈，无名额无变动，原则上可能。就是先决定那个名额啦，啊，每一个选区的那个假定哪讲有较大出入的先，再来做重新划分的动作啦。啊，无目前应该是啊未到那个时间的提升，啊未到那个阶段啦。对对，因为吼，因为咱地方的选区的变动，十年要调整嘛，哈，可以检讨一次嘛，啊，所以讲吼，即马已经吼比。你即马已经伫立委选区已经爱做调整了嘛，吼，做检讨啊嘛，吼，所以讲伫这部分吼，咱嘛一定爱讲吼，赶紧讲伫选举期间吼，会当挪钱，让大家有个准备嘛，吼，好，这点都拜托吼，注意吼，一定爱更加用心吼。好。针对讲吼，伫未来吼，未来咱的中选会这边面吼，要发挥讲吼，中选会的功能吼，一定爱讲落实吼，伫咱的地方吼，尤其地方的民意代表吼，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选区划分，会当讲吼，提早互因知影吼，这个部分哦，咱中选会才落去加强。会啦，这方面，因为阮真早都发出来吼，所以各地方的迄个议会拢有在注意这个代志啦，应该拢有啦，嘿。好，注意，请坐。谢谢，感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两位。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场。吕玉玲委员不在场。钟嘉宾委员不在场。蒋万安委员不在场。林德福委员不在场。张立善委员不在场。王惠美委员不在场。陈明文委员不在场。何新存委员不在场。马文君委员不在场。管碧玲委员不在场。蒋乃馨委员不在场。廖国栋委员不在场。罗明才委员不在场。钟孔绍委员不在场。陈赖素美委员不在场。周陈秀霞委员不在场。本席改到最后质询了哈。刘兆豪委员不在场。接下来请赵天麟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好，请刘主委。委员好，主委好。这个一向很敬重主委了，因为不管是在这个专业还是学识上，这个您都是这个相当这个令人敬重的这个学者，也是首长。谢谢。所以我现在跟你谈论的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制度，就是公费选举这件事情。是。好，那因为我们知道在高雄现在市长初选很热闹，所以包括本人在内，曾经也就挂了非常多的看板。然后也投入很多的资源，那总是会不断的自我反省，认为说这样子一个资源的投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众多的广告，那其实让我们觉得说，一方面我们很幸运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让我们得以去做这样的宣传，可另一方面也会去思考说，那如果像我们这样子很有抱负，但是可能出身很平凡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在我们中华民国的选举制度里面，能够有另外一个那么幸运的机会，他可以。这个脱颖而出，然后去参与选举，或许他甚至连参与选举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公费选举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创建嘛，哈，其实在欧美国家，甚至在我们亚洲邻近的韩国、蒙古等等，其实都有公费选举。即便是日本，他们虽然不能完全算是公费选举，但他们也有相当多趋近于公费选举的严格限制，让这个候选人在参选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方面国家给予相当多的平台。甚至是经费的资助，但另一方面也给予更多的限制，好让大家不是
没有办法，这个没有任何上限的或者是规范的来去做各种广告哈。所以我想请教中选会对于公费选举有没有做相关的研究？因为我在查你们公开的资料里面有这方面研究，可能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最近有没有做这样的研究呢？现在是最近是没有了哈、嗯。那我们对公费的选举，那个部门委员说啊，那个我以前那个内政部曾经要求我去帮他们做过公费选举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是，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了解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的选举制度里面其实是部分公费啦，啊、嗯。那当然委员讲的我完全认同，就是说应该给资源比较欠缺，但是有理想有就是构想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呢，可以有机会参选。所以我想我们是努力的方向是希望能在选务这一方面啊，建立比较多的这个方便的制度，让参选的人呢，在这方面的那个成本尽量降低，这样子啊、嗯哦。那当然，在制度上，我们也了解说，其实我们有建立其他的制度来处理，像说，政治现金这方面的制度，可以帮助候选人去取得必要的资源。是、哦。那现有的那个制度里面，当然我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候选人就讲说，哎，你那个选举补助是事后的哈，可能有一点缓不济急啊哈，所以像这一方面的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改良，到底要怎么样做会比较适当了、啊？当然是可以去思考的了。是，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就是说，其实在美国来讲，他们可能的自由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得到总统候选人，特别这次刚结束的川普、希拉蕊，他们动辄可能募款都是上亿的这个美金，他们的花费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电视广告上面可以经常性的在很大量的电视广告，然后来去做进宣传。那这个部分台湾好像比较像美国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好像会有一个上限，没有错，好，跟总统选举我们有设一个你上限，但是那个上限其实也是相当高，可能动辄四亿几亿元的这样一个上限。那所以呢，大家在进行广告其实都很贵、啊、譬如说我们购买一个报纸的半版广告或全版广告，可能动辄就是几十万。那电视的买那个 Q 表，也就是你要买那个时段去登广告，哇，那个也真的是天价。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讲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用政治现金法让我们可以合法募款，可是另一方面可能我们没有在呈现方式上去做一些约束或限制的话，其实还是要变成金钱游戏。就是有钱的人，经济能力的人，他可能在宣传的力道上往往就会远远大过于其他的人。当然也可以另外一说，就是连胜文跟柯P的例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反证，就是钱多也没有用。好，这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是如果站在先不考虑个人的特质好恶来讲的话，就一个抽象的两个人，他其实端出来一个经济能力比较强的人，他就有比较强大的广告能力，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所有的社会里面了哈。那我想那个每一个社会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像刚刚委员您提到那个美国的例子啊，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你要接受国家的补助的话，那你就要接受国家的规范。嗯哼。那你如果觉得国家的规范对你来讲不合适啊，你不愿意接受的话，那你就不要从国家领钱，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美国的个企业界出来的那个候选人，他们通常就是靠募款啊。当然其他的人他也可以募款，但募款受某种程度的这个规范啊。这些是美国的一个制度啦。在我们这边当然是我们用跟委员刚刚报告过的那个，就是不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部分补助的这种部分公费的这种制度里面，不同的方向去弥补这方面的那个也许缺陷吧。那有一些部分我们考虑到那个不同候选人的那个差异了，比方说像不分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让政党依照他那个提名人数的比例去，就是替他做公费的广告。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制度。那候选人这个部分我们是现在没有这样子做，但是呢候选人部分可以用电视辩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也是现在可以做的。是，好，我想这个方向我知道当下都不是大家热门讨论的议题，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长期继续追求的目标了。哪怕是说
逐项的，或者是说慢慢的朝向公费化的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中选会再帮我们一起多研究？我赞成那个委员的意见啊，因为 NCC 其实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其实也就整体就这个资讯在那个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整体的这个各种方面的运作提出一个报告，让他们有一些看法啦。那我是有跟他们有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就是跨部会的坐下来去协调。商讨一些比较建设性的制度是好。那我也提醒说，因为我们的初选其实已经纳入选罢法的规范，是对，所以相关的贿选啊的可以刑责的这个部分，其实初选都已经包括在内。是，所以公费选举的精神，在有些国家的初选其实也是在公费选举的范畴。所以我想这个研究的部过程中可以一并思考。好，那纵使我们现在可能在参与的这一次来不及规范在内，但是我觉得都是国家长远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了。好，我们再来就教您。那最后我想请教是刚刚陈其迈委员提的一个点，但跟我们高雄籍的这个立委以及我们高雄市整体在国家的这个殿堂里面，立法院殿堂的代表性，当然我很佩服他所发明的这个公式。那您也承诺说要认真去思考嘛，哈。那我现在想请教的是说，您刚才有在回答他的过程中提到说，这需要牵涉到修法，这是或者修改规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修改规定，而是说入法。因为我们的选罢法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说那个划分的原则是怎么样。那我们是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具体的规定呢，可能是减少争议的一个做法。所以您要把它纳入到这个所谓的十年变更这个选区的检讨里面入法吗？对对对，就把那个放在那个划分的原则那个地方。那是这一届就适用吗？因为您在回答郑明仲委员的时候，好像有提到说，好像年底就要做一个判断，那这样来得及吗？我们看修法的速度够不够，就是来得及来不及啊。那如果来不及呢？来不及可能就是在十年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不变吗？就不变？不会，我想我们因为目前的那个制度，我想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目前的制度是这样子，就是你们的中选会的公司并不是法定嘛，是你们目前没有在法律里面明文规定啦，但是我们也有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列出来的，我们也征求过各地方的那个意见。我懂，这个当然是一个严谨的程序。对啦，对，那所以我刚讲的是陈委员他提的也是一套他的创建嘛，就是说。代表性的这个标准值的，我刚刚仔细聆听，这其实很有见地啊，哈。他讲的那个是，就是传统上我们叫做汉密尔顿原则啦，那是美国在开国当初的时候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公式吧。是是是。那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那个议席的分配呢，其实已经有过几度的变更啦。那我想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议席的变更啊，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它的政治目标。对，那这些政治目标哈是经过大家同意的，立法者同意说我要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我定出来的分配议席的原则就是这样。那我们选务机关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执行。好，那所以我要重申的是说，当然我知道您设定了一个时程，也希望入法更为严谨。那但是我想，就如同您承诺他的一样，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要是变成说一成不变的，而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对话跟讨论，让那个代表性。还更能够代表每一个民意的在国会殿堂里面的这个代表性，可以吗？我们会考虑这一点的。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拜托听你。好，那我们现在请姚文智委员。好，主席，我想请刘诸委。请诸委。主席好，姚委员好，不是。好，主委你好啊。是是。这个刚刚你提到这个选区的划分哈，你回答说，如果修法来不及，可能再慢十年哈。你这样回答要很小心呐哈，我觉得你这样的回答，其实不是太恰当，因为其实现在的划分并不是法定。就说并不是入法，那是中选会定出来的一个标准。那十年调整，应该也是过去这个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啊。那这选区的调整，当然其实有政治的因素了，我相信像赵天麟委员、陈其迈委员出身高雄，他们当然替高雄争取啊。但是我们
这个选举制度的游戏规则啊，它的一个这个恒常性，一个可信赖性啊，这个共同的标准啊，那个也是要维护啊。所以你，拍谁我都要听你讲哈，那你可能就办十年。那你这样讲的话的效果就是说，大家只要背个这个法律案就慢十年，这样是有危险的哈。我给你提醒了哈，那个。这个今天是业务报告了哈，那我这样听了一个早上，我觉得这个中选会哈，它面临当然时代的这个一直在往前迈进啊，一个与时俱进啊，一个逐步调整啊，包括选举怎么样更开放，参与怎么样更受鼓励啊，或者怎么样更公平啊，我想这些都是主委您的职责嘛，哈。那其中有一项啊，这个我看你最近有参加一个叫做选举资料开放，啊，这个跟这个Open Data 啊的一个这个发表会，几个部分我想请，这其实也包括中选会的角色了啊。你可能过去只要办选举公平啊，那现在好像还多了几个角色，要参加国际组织，哈哈。这个，那另外一个这个 open data 的问题哈，诸位，中选会里面的资料过去当然都在档案室嘛，啊，那现在准备要 open， 那资料清洗是什么意思？大概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讲那个资料清洗的意思，就是把那个有错误的部分啊，去就是检查一下。其实我想跟委员说明的，就是说我刚刚讲那个。我们的资料其实过去也是开放的哈，我们讲说开放的意思是说，我们比方说我们每次选举的这个结果，其实都是用那个应该 Excel 档放在网络上，其实可以供使用的。那我们在过去历年来，其实也接受这个新闻界啦啊，学术界，还有就是很多这个民意代表的，就是他们在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料，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提供，其实都还算不错啦。不过我们以前这样资料的储存啊，它用的是我讲，比方说 Excel， 那 Excel 这个软体呢是那个Microsoft 他们所写出来的，你如果不用 Microsoft， 你就没办法读这个资料。那我们现在用的所谓的 Open Data， 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求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资料被某一个软体设限，用机器可以直接读的。那这方面我们也请教很多那个资讯的那个专家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把这种资料转成机器可以读的资料，这是 Open Data 主要的精神啊。所以。国科会给您集齐1400万，现在就做科技汇报了。科技汇报，科技汇报，对对，好，科技汇报基金。现在没有国科会啊，说错，拍谁？不要紧。那个1400万，现在就要进行这样的工作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这笔预算未来完成之后，它试用各种软体，就达到这个 open data 的这样的要求，对对，是不是？对。啊，所以未来的选举研究在这方面就差不多可以告一个。就是说达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了，在我们这个部分是 OK 了哈。那我想 Open Data 它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选举研究，而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选举的这个资料，它可以跟其他的，比方说健康的资料、交通的资料这类可以互相勾稽，然后去做他们想要知道的这个资讯。我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跟那个公车的这个资讯一勾稽起来的时候，可能有候选人可以去根据这些资料去了解说。那在这次我要选举的时候，我的宣传车的路线应该要怎么样是效果最大的？啊，这个可以做得到。那这是候选人要努力的事情了啊。等下我们把这个资料要提供给候选人，是？对对对，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使用。啊，这不但这个那个公费选举，还有这个那个公车帮忙选举，是不是？对。好了，这是开玩笑了。是。当然这未来的运用当然很多了哈。对。那我是觉得说中选会未来它其实也可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哈。譬如说杜甲我刚才虽然是开玩笑。哎。那个郑天才委员。偏远地区。就是说假使我们现在通信投票，我们国家存在着这个通信投票的不信任感，你还是要本身去投票。但是他那个交通费他的这个。
这个时间的花费，好，那这未来是怎么样一个调整？我知道有的国家其实投票率很低，鼓励投票其实是有车马费，对不对？像澳洲，啊，你看澳洲是澳洲强迫投票啊，哎，就是他没有投票有处罚，对，有没有投票要处罚，对，好，那没有投票要奖励，啊，或者是说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好，这个标准可能说你投票率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你的 open data 可以说，哎，记得这个投开票所，他每个那个都要每个来这个投票的哈，都跋山涉水哈，弄开就得洗干，我不晓得未来这个会是怎样了哈，那这当然是一方面是未雨绸缪啦，好，一方面是设想说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让这个选举更开放，用各种制度或是鼓励，或是我想台湾应该还没有到说要到处罚的地步了。对啊，澳洲那个处罚是没有错，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同样我还是要再讲一次了，就是说怎么样与时俱进里面你的法规的修改，我这个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再讲一遍了，选罢法很多的条文，有的时候是这个应该是1983年，我如果没记错，还是民国83年，就是台湾正在民主开放当时定的，那时候没有脸书，那时候没有社群网站，那时候跟现在讲的 open data 当然有一段距离，那时候的助选员是被规定的，那时候的宣传车他是要登记的，那时候的服务处，你看现在选举搞不好都这个不一定要有这个竞选总部，好，现在赵委员他不挂看板，好，选举已经不一样，对，但你的法规，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你的这个选罢法56条，处罚脸书的这件事情，这个过程跟你们在原来投票前所宣示的，所谓系统性计划性的，这个安排啊，这个宣传其实是完全不一致哈。诸位，你能不能在这里答复一下？你们已经有修法对不对？对，这方面我们也确实是就整体也去思考啦。那我们也觉得这个修法有它的一个必要啦。我们在讨论这个处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对个人其实这样的处罚是就是失之太重，所以我们去考虑那个。可以因为个人的因素或者是其他的，包括说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获得什么实质的利益，他的给付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去考虑说在这方面呢，是只要他不是政党不是候选人的代表，那他就可以减轻这个处罚了。那这个修法的这个条文我们已经经过委员会通过，我想我们会正式提出来了。什么时候会送到立法院？很快很快，送到行政院没有？我们已经行文给内政部了，那内政部这个程序会比较长的。那我想那个关于那个条文，我们会提供给委员参考。那个条文待会提供给我们了，好不好？好，这条文还没有修之前呢，那现在那个有几个个案都进行行政诉讼嘛？是。我是觉得中选会应该要据实以诚呐。是。说真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几乎到宪法层次，因为你过去不合时宜的法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规定，那以跟现在的言论开放程度来讲，你罚得那么重，当时的法规它是处罚，几乎是搞不好是戒严时期在用的那样的一个这个选举跟助选的人员，你现在把它来罚一般使用脸书的人，他其实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都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了，都有那个空间的，所以在行政诉讼现在他提起行政诉讼嘛，诉愿又被你们打败了嘛，那个有一个个案罚得很重，诉愿阶段已经结束了，但现在在行政法院就因为你们拿这个就讲杨烈好了，你们拿他因为选过他好像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很清楚，那结果其实只是一时失察，也不过是50-60个人看了脸书，就罚了60万，能够加重，对吧？
但是在这个诉愿的时候，其实上次就提过了，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让诉愿委员会啊，或者在行政诉讼上啊，能够清楚了解，啊，我是觉得啊，应该要据实以成呐，啊，因为这个是不成比例的，啊，那甚至在言论自由的这个宪法的讨论上都有讨论的空间，啊，所以我特别啊。特别借这个机会再提一下，我是觉得中选会一方面，我觉得那个学者包同吧，其实他讲的不错，台湾的选举，台湾的民主，他当然可以在更追求卓越、更开放，比如说投票时间再更长，或者其他的制度怎么样处理，但是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他的这个优点，那这些优点在国际组织。好，我们相对于中国目前没有的情况下，这当然好好发挥，啊，在 open data 的趋势底下，啊，我们也可以更开放、更透明，啊，我们也可以设想未来，啊，我们让更多的这个如何来参与，啊，变成是一个更好的，啊，公民参政的一个机制。那同时，不合时宜的法规，啊，也要尽速调整，啊，因为主委我刚刚问了一下，啊，你的任期了哈，你的任期是到11月嘛？11月3号。到11月嘛，哈，啊，到还有也是还有很长的时间了哈。9个月。也可以画下哈，这个你有连任的问题吗？可以再续聘吗？没有。好，也可以这个画下非常好的身影了哈。是。这祝福你了，谢谢。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了不在场的以外都已经发言完毕，委员陈怡杰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且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的质询没有来得及答复的部分呢，请这个中选会以书面答复。我们散会，谢谢。